貴，咁當然要揾專家講啦，我唔識講啊。咁呢個專家咧就係我哋劉老師，幫我講一講劉老師嘅背景少少先。劉老師咧，佢素食廿幾年噶啦，喺國內咧亦都開辦咗素食館喎。咁甚至咧，即係都好有心啊！咁啊，都周圍到處同人講解素食啦，教人哋點樣可以食得更加有營養同埋好處噶，好嘛？好，大家有請。各位同修，大家中午好，好，咁我哋今日其實我度唔係咩專家嚇，只不過我哋大家互相分享一下。咁我哋今日同大家探討嘅呢個養生之道，咁啊，請注意，我哋係養生。不是養生，因為我們人是兩部分組成的，這個身軀只是一個物質界，一個軀殼，真正的我們裡面有一個思想，有一個靈魂，一個心性在裡面。那麼什麼是養我們心性，將我們的生命提升？那麼好像很多聖人啊，包括孟子啊，包括這個近代有個曾國藩啊、李凡四訓啊，佢哋李凡先生啊等等，佢哋都無數次提到過，我哋人啊係居於一個中間呢個位。如果我哋唔往上提升，人成為聖賢，即係禽獸；人非聖賢，就會如果唔成為聖賢，就會墮落到禽獸。咁我哋再如果再用十善道經去睇一睇嘅話咧，真係我哋如果唔好好咁樣樣轉變嘅話，我哋實際上係落去嘅機會係大好多嘅，係嘛？咁我哋睇睇我哋養生，咁今日養生嘅主要部分，實際上就為咗我哋呢個身而養嘅。咁啊，首先介紹一下，我哋食素有邊啲係唔能夠食嘅？咁呢一個嘅來源咧，就係來源古代嘅醫書同埋呢個佛經，有個五分同埋三厭。想請問一下，已經食素嘅請舉手。食，我哋叫做食免咁叫食一半，一半哦。咁啊，唔接受食素嘅請舉手。就好像我當初在下面聽這個講座的時候，一路聽一路在一個心裏面，不要搞食素怎麼夠營養的，是吧？沒有，是吧？但我相信大家看來大家 的福德智慧都比我好很多了，我當初真是這樣的心理，後來才慢慢慢慢了解改變。那麼五分和三厭呢，這個五分就是葱蒜韭菜蟹和輕菌。葱蒜韭菜大家都知道什麼的了，蟹呢就是我們俗稱的條頭，輕菌呢就是煙。我們很少看到和尚尼姑神父牧師擔著口煙，那這葱蒜韭菜條頭和煙呢，這五種東西雖然是植物性的，但是我們既然落於這個陰陽的相對的這個物質世界裡面，有好就一定有壞，有陰就有陽，有白天就是黑夜，有乾就有坤，有天就有地，有陽就有陰。那在五行的相生相克當中呢，它會傷了我們，因為這五種東西很多植物性的東西不是我們日常吃的，不是日常我們餐飲食的，它是藥療而不是食療，它是秉住天地一些比較偏激的氣所生，譬如在墳墓極陰的，在沼氣很重，它有個能量，但是很邪的能量，
你沼氣聞得多了，我們會中毒死人。人家跌落沼氣池呢，沒有兩分鐘就死亡了。還有些嚴重的，有沒有聽說過？不過很多年前在花都，廣州的花都有幾個農民醃酸菜，那個池呢可能通風不太好，一家人下去，一個下去中了毒跌低了，另一個下去扶他救他又跌低了，一家人死了三四個。連醃酸菜都有這種，那些氣都散得不好，因為有時候這些氣在整個的天地運行當中呢，它養育了有很多種有毒的，甚至見血封喉的，那當然我們日常見不到的，那我們平時接觸到的就是大概是這五六種東西。為什麼加上六種東西呢？其中還有一樣東西就叫鴉片鹹，大家有沒有吸食過？但是如果我們做了手術，就一定 會好像杜冷冰啊那些麻藥啊，就是鴉片提煉。為什麼說大自然，它大自然生每一樣東西都是有用的，但它生出來給我們，不是給我們沒事的時候。當一個人沒病就吃藥，吃到最後你就周身病了，它是個偏性極高。譬如 它陰性很重，但如果我們火是很大了，那它用很陰的將我們拉回正，拉到很偏陰的時候，它一鬆手我們彈回歸位，走回一個中庸之道。咁如果我哋日常冇事食佢，葱會傷腎，蒜傷心，韭菜傷肝，橋頭傷脾，煙食煙好容易得肺癌，呢個西方嘅大概二三十年前就論證咗噶啦。咁我哋嘅老祖先更有智慧，幾千年前就已經知道佢會散我哋嘅元氣，而且咧佢生食咧會激發我哋嘅脾氣暴躁，人會越食就越執著。熟食咧會激發我哋嘅各種慾望、貪心、貪瞓、貪食、貪瞓、貪食、貪賭、貪酒等等，佢會刺激我哋嘅慾望。因此咧，喺我哋要往生命提升嘅時候，提升真正係從寧靜嗰度去得到一個提升，佢會障礙我哋。咁啊，仲有個天三厭，就是天厭天上的飛禽，地厭地裏面的走獸，水厭水裏面的水族動物。這個就是真正食素者或者持齋者所忌食的五分和三厭。除了這五分三厭不可以食，其他我們基本上在日常生活當中你冚唪唥都可以食到的。好了，大家清不清楚？清楚嗎？清楚，因為五分出自中國醫學哪本 醫書是有提及的。五分傷害性，是不是《黃帝內經》那類的醫書？《黃帝內經》有，還有《地藏菩薩本願經》有。如果是《地藏經》，算不算是中國的呢？佛經咯，佛經是咯，佢嗰度很多佛經都有。咁有啲醫書咧，佢就專門講佢嘅藥用性嘅。但如果我哋冇事，我哋就知道佢嘅反作用噶啦。嗱，好似我哋講嘅肉食咁咧，嗰個《黃帝內經》都有講，講到嗰個五畜為益。但係嗰個益字咧，好多人錯誤理解到咧，利益嗰個益啦。我哋食嗰啲飛禽走獸啊，係有益嘅。嗰個益實際上係古代嗰個益咧，係通三點水益寫嗰個益，即係過分咗嘅。我哋睇下我哋中國傳統以嚟都係農耕文化，我哋睇出邊嘅長城以外，包括我哋而家嘅。往南走的我們現在這一片土地，我們叫做蠻益蟲，是很多那些這樣樣的有毒的害蟲的生長的地方的。那中原文化的那他們的飲食的呢，都是以五谷雜糧為主。所以這三樣這個
三驗咧，喺佛經又好，喺我哋傳統嘅習慣又好，譬如我哋講一啲有啲唔係幾好嘅話，叫做聲痰族，好聲嘅，好啲咁樣帶有少少種族歧視啊。譬如有啲種族佢好中意食咖喱嘅，我哋係咪行過嘅一陣味嘅？出個汗啊等等，包括如果係食肉嘅話，尤其我哋食素咗一段時間嘅，聞到肉，食素嘅人咧有食咗幾年嘅有咁嘅體驗，就係咧行過一啲嘅，我真係有行過麥當勞，我就要忍住行快兩步嘅，唔舒服嘅，嗰陣咁嘅酥牛肉味咧係好難受嘅。其實我哋體會一下，各位。我哋就算覺得麥當勞好香，或者食牛好香啊，肯德基嘅炸雞好香咁，但我哋試一試，我哋走入去街市，嗰度有湯豬湯魚賣雞鵝鴨啊等等嗰啲地方，我哋行埋去，坦率講聞到第一陣味好唔好聞？好臭。可唔可以大聲啲啊？得你一個講嘅，其他可能就回味緊好香咁咯嚇。如果我哋行埋去湯雞檔都覺得好香，真係只能夠話可惜嘅，你係同佢臭味相投錯啦。係，所以我哋即係一個人，如果係好中意賭博嘅嗰啲賭鬼上身嘅，佢當然佢就成日就心諗諗就過大海啊，或者去邊度嘅。我哋從來冇呢啲，冇染咗呢啲嘅話。其實我哋聞到肉類嘅好香，佢係鹽油醬醋花椒八角調出嚟嘅味道。真正我哋要食嘅咧，係食佢嘅原味。尤其係從養生角度嚟講咧，我哋人類越進步，實際上係咪一件好事啦？不過我哋而家冇時間講啫，簡單講一句：如果我哋冇真正養嗰個生靈上嘅，只是在这个身体上我们那个注重，包括一些知识文化上的注重，刚才那个地球给我们整成这样人的那种知见啊，什么大学生啊，什么那些，你看看年轻一代那些人，其实他们变成这样样是哪个造成的？是读得书多的人造成，还是没读书的人造成的？将他教成这样。我哋講白一句，地球病成咁，係讀書人做嘅定冇讀書人可以有本事搞到？讀得越書越多嘅人先至可以有咁嘅本事將佢破壞咁大，係嘛？三聚氰胺邊個做嘅？化學博士做嘅。你叫我哋去做，我哋想揾呢啲黑錢都冇本事揾，係嘛？好啦，五分同埋三驗，好簡單咁樣樣向大家報告到呢度啊。咁啊，接住落嚟，好啦。咁啊，呢度講到我哋人體所具備嘅有三大功能，咁啊呢個就同我哋人嘅營養要掛鈎啦。我哋擔心食素，我哋唔肯食素，不外乎有兩個原因。第一個就怕營養不夠，是不是？就好像我當初坐在下面那樣，不是啊。第二個呢，怕沒口福沒東西吃，是不是？還有其他那些不說了，其他那些有些做戲那些，哎呀，做了虧心事之後就開始吃素了，那樣。其實如果咁樣講起上嚟，亦都唔係一件壞事，起碼佢知錯能改，係咪？但係咧，有啲電視節目將佢描述到係一種反面咁嘅角色。其實借住呢啲咁嘅，因為我哋人往往而家嘅人係好頓下嘅啫，真係唔係生而知之嘅。我哋係困而知之就算唔錯噶啦。好多人到而家困而不知啊，我哋算係中等一啲嘅啫。所以我哋困咗之後，往往我哋能夠知道、能夠改，只要一息尚存，都仲有力，仲嚟得切。嗱，咁口味問題，我哋今日唔去講佢啦。往往嚟講咧，我哋尤其係內地，我哋去宣講嗰陣時候，因為窮咗幾十年，
啊啱啱解決温飽咁樣樣咧，佢哋係有少少嘅反彈式咁樣樣咧，係搏命要食翻轉頭，好似報仇咁樣樣嚟報嘅。咁嗰啲我哋唔好去探討佢啦，因為咧嗰啲係一個浪嘅啫，遲少少咧等醫生嚟或者嗰啲疾病嚟提醒佢。啊！佢自己付出代價，識翻轉頭，咁佢肯聽啦。我哋再探討。咁往往而家我哋共同要面對嘅嚇嗰個營養問題，你食唔食素都好啦，都要面對營養嘛，係咪？咁首先我哋睇下營養兩個字嘅意思係點樣樣嘅？乜嘢叫做營養？各位，而家我哋不知不覺就頭先我哋內地嗰位同胞啊，佢哋大魚大肉食翻嚟嘅，佢哋。多少有啲潛意識嘅就係咧，我以前缺乏營養，可能我個基礎唔夠啦，我而家要補翻數，要食翻大量嘅營養翻嚟。不過而家整體嘅西方，其實營養等於大魚大肉呢個觀念已經基本上根深蒂固，而正正始作俑者係邊一個咧？並唔係我哋中國人。雖然而家我哋中國好似係跟咗風咧，而家甚至乎走過咗頭添嚇，好似跟西化更加西化式添。實際上當初美國1900年代前後，佢哋經濟蕭條，因為佢一浪起跟住一浪跌咁樣樣。咁好啦，經濟大蕭條咧，就政府就比較頭痛啊。點辦咧？民眾驚住朝不保夕嘅生活，所以咧。不減使錢，佢產品出唔到去，呢、這個惡性循環，一潭死水。咁啊，點樣刺激消費？大概就想到咗衣食住行、酒、軍火等等。好啦，最快嘅平民百姓最快嘅就係食，衫可以買少兩件。咁啊，食係乜嘢咧？佢哋西方最中意就係用白老鼠嚟試驗嘅。我哋食有兩種。一個就係植物性，一個就係動物性。植物類嘅當然係平時當初整個嘅歐洲啊、美國啊等等咧，都係以農耕為主嘅。另一個咧就係肉類，咁啊用兩組白老鼠嚟，一組喂肉類，一組喂植物類。經過一段時間，好。顯淺亦都好粗糙嘅報告得咗出嚟，就係食素嘅咧，好似冇乜變化，係正常嘅，冇乜變化。有肥有大隻嘅，係啊，食肉嗰啲，但係咧後遺症係好多，而家知道啦。啊，我哋人類為此付出唔少嘅醫療代價。咁佢嗰個報告就打咗出嚟，就話食肉類嘅。佢哋能夠增加高蛋白、高營養，因此可以快高長大。咁啊，聽咗呢份報告最開心嘅係邊個？各位，係啦，做阿媽嘅，做父母嘅，希望嗰啲仔女咧，好似吹氣球咁啊，咁細細個，一聲就咁大個咁樣樣。呢、這個真係隱藏咗一種急功近利。其實呢一個文化，如果喺中國咧，點解話唔係我哋中國嘅？中國好多句説話，欲速則不達嘅嘛，係嘛？寬為限，緊用功，緊用功係要求自己。寬為限，我哋嘅目標方法要定到好寬鬆，咁先至似翻嘅人嘅一個有咁嘅尊嚴嘅生活，唔係滾水淥腳咁樣樣，乜嘢都要快到嚟，咁東南西北都分唔清。好啦，呢、這個咁啊，好啦，就慢慢就養成咗咁樣樣嘅飲食文化。咁啊，隨住佢整個嘅國策、整個嘅民眾嘅基調、飲食嘅文化都改變，再加上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佢都參與，而且成為戰勝國之後，佢哋嘅呢種飲食文化亦都可以遍及全球，一直到而家，基本上都冇改變到。而且是越嚟越厲害。在1937年，全年的宰殺動物的嗰個數字，一年啊，到了後嚟1973年，呢個數字好好記下，係淨係美國啫，係一日宰殺量就等於1937年的整一日就等於佢一年。
可想而知。好啦，咁啊營養咧，我哋中國人嗰個營養觀，嗱睇個營字係點寫嘅，嘅意思係點啊？係啦，草花頭唔係豬頭，唔係蛇頭，唔係牛頭，唔係動物嘅頭嚇。好啦，嗰、那個唔講佢，嗰、那個營字我哋睇下，行軍打仗叫做乜嘢啊？中途要休息叫做咩字啊？安營扎寨，嚴格嚟講仲唔係扎營，扎營當然係打個裝落去咁嘅扎營，實際上叫做安營。好，換言之，營嘅意思係好穩固，即係等於固本培元嘅意思。我哋成日講啊，一棵樹啊，其實呢個樹文化唔係我哋經常講嘅父母係根啊嘛，係咪？所以孝咧，嗱呢兩三樣，我哋整體文化其實傳統文化嘅核心就係仁慈，就係孝順孝悌。嗰、那個孝仲經常用一棵樹嚟比喻，孝同仁係密不相分嘅，一體兩面嘅。如果我哋呢個人冇將佢擴大到其他動物嘅話咧，你呢個孝咧係唔穩陣嘅，係好難延綿落去嘅。其實呢棵樹嗰個根就係形，你包括點解耶穌其實都喺度傳呢棵樹嘅咋？睇下聖誕樹係咪？啊，唔好話得棵樹喺度玩啊！五教聖人哋嘅義理全部都係通嘅，嚇、啊、有咗呢棵樹啦，先至有得養。用乜嘢去養啊？如果人倫道德嘅話咧，就用我哋女性去養，嚇、啊。老人為根啊嘛，心抱為水啊嘛，我有咗根之後咧要淋水噶嘛，淋水就係我哋嘅適婦道啦。嗰個根本點就係仁慈，你有呢個內心裏邊養得到嗰個慈悲心，我哋整體呢棵樹先至會健康，嗰、那個丈夫嗰個果實先至可以一擔一擔一車車咁樣車翻嚟。你個家境先可以豐衣足食，嚇、啊，先至可以枝繁葉茂。咁我哋唔講佢營養點樣點樣啊嚇，營養將佢拆散嚟，人體所有嘅呢個三大嘅功能，第一個熱量，自身體能運行所需要嘅熱量。咁啊，講到呢個熱量，我哋人有一個正常嘅體温係嘛？維係住我哋正常體温嘅嗰個能量，我哋睇下唔好睇少呢個熱量啊！人體嘅構造非常之複雜嘅，各位啊，上天做人咧好奧妙。你睇下我哋嘅心臟細細只，個馬力非常之大，係嘛？由我哋靈魂投胎入竅喺娘胎裏邊啊，就一路咁樣跳，係咪？一路跳到出世，一路跳，一路好忠實咁樣跳，跳到而家仲喺度跳係咪？我哋從來冇注意到佢嘅喎。嗱，呢個咪就係養得好咯。如果我哋經常去 check 下我個心臟或者量下血壓啊，跟住打電話俾個老婆嚇，其實你唔好揾嗰啲功夫嚟瞎追求啦，我哋講。哎呀，即血壓正常啊咁樣樣，其實你嗰個血壓計都可以。不需要用的，因為它受外界很多因素的影響，甚至你的情緒、你的飲食、你當下 的所處的温度和你行路的快慢都有影響的嘛。為什麼要量血壓呢？我們下面會講到它的血液濃了，血管阻塞了才導致到的。我哋再睇睇我哋嘅牙齒，如果我哋好好咁樣保養，一世都唔會磨損咗佢。咁提供呢方面嘅我哋身體各種複雜構造嘅運行住我哋嗰個熱量，我哋嘅心臟啊，如果累積起上嚟，好似一個原子彈嗰個能量嘅，你一世人啊，佢噗噗噗噗咁樣跳動嘅。嗰個熱量嘅來源喺邊度嚟呢？用西方嘅嗰個營養觀，就係主要有糖類同埋脂肪。
第二個咧，就俾我哋自身成長發育同埋萬一受到受傷時候嘅恢復。你睇我哋每一個人啊，慢慢啱啱生我哋出嚟有幾大個啊？你哋好似生咗啲啊，唔知啊？幾大個係嘛？冇咁大啫嘛，冇咁細嘛。啊，你有時抱啲 BB 啱啱出世冇幾耐都好似咁大個喎。長度啫嘛。乜長咯？長度。唔知你個長咁長。唔係嘛？生個姚明出嚟。唔知啦，我哋未生過嚇，唔清楚嚇，你哋有發言權。但我哋睇下，無論咁細又好，咁樣又好啦，肯定冇而家咁樣樣。咁由咁細個到咁大個，表面上好似春去冬來，但實際上我哋係呢個過程係吸收咗好多好多嘅養分。呢、這個養分就提供俾我哋成長發育。萬一我哋各位，我哋都有割損手嘅經驗係嘛？流出嚟嘅血割損少少啫係嘛？佢自己會煮血嘅，啊幾分鐘就乾啦。藥物只是防止細菌的感染，各位，它自己的乾涸、封口和恢復是我們身體本身就有這種功能，在我們內在來的，本身就有所謂的營養，而提供這個成長、恢復的修補的功能，主要有蛋白質和礦物質。第三個，我們身體自我調解和適應各種變化，自我調解，我們身體呢有各種的能力。自我調解以適應各種變化，實際上主要有兩種變化，一個呢就是情緒的，一個就是我們身體的情緒的。我們有沒有試過，有沒有聽講過什麼樂極生悲等等的，有冇試過本身好開心嘅，突然間有個咩消息或者有個咩念頭彈出嚟，我哋身不由己㗎係嘛？好多念頭彈出嚟，突然間又變到唔開心嘅，有冇試過？有係嘛？有啊！我哋快樂嘅神經線同悲傷仇恨嘅神經線有時會經常碰撞嘅，撞咗我哋。有冇聽講過我哋好多線黐埋一齊嗰陣時會點啊？有冇黐過線啊？各位講白啲，經常係啦。不過我哋叫做仲有能力自我調解，仲有要彈得翻開係嘛？即等於我哋有冇試過腦震盪啊？有，有啊！腦震盪真係有，經常腦震盪啊！但注意我們有沒有腦震盪後遺症，我的手拍拍下去就腦震盪了，是不是受到震盪？但我們的承受範圍承受得到，是不是手拍下去而已？你試下用個十二王大錘下來，後遺症就大了。那個就是沒辦法超越了它的適應，即等於突然間那個外來的衝擊力它急速扭曲已經承受不到的時候，它就成為一個爆破點了。好，咁我哋呢個就係情緒上，仲有一個身體上嘅就係咧，而家我哋就叫做著件長袖衫嚇，啊，勉強就可以啦，再著就熱噶啦。但我哋試下啦，而家去到我哋上個月，去到就見到喺上海啊，就見到由北方落嚟嗰啲，蘭州落嚟嗰啲已經著件厚外套啦，啊，拎住喺度咁樣。而家過咗個幾月啦。嗰時啱啱中秋嘅北京要落雪啦。嗱，我哋香港飛去哈爾濱，大概四個鐘頭，差唔多降落嗰陣時，空中小姐會點樣同我哋講啊？我哋而家幾多分鐘就要降落啦？目前哈爾濱地面温度零下十幾度，正常嘅零下四十度添啊，遲啲就嚇。嗰陣時點啊？咁樣得唔得咧？唔得。好啦，著去羽絨啦，等等，一行出艙門，冇兩下打乞嗤啦、鼻水啦等等。喺呢個時候使唔使食翻啲藥啊？你最好就唔好食藥。你食乜啲乜嘢咧？你飲當地嘅水，食當地嘅農作物，唔使一個禮拜。尤其你第一次去，肯定會出現呢個現象，因為好現象證明你身體仲有一個自我未麻木，仲有一個自我調整機能。呢個就
平時我哋所講嘅水土不服啫嘛。水土不服使唔使咩啊？使唔使食藥噶？你唔好俾嗰啲廠家咁樣樣佢出嗰啲咁嘅藥，實際上咧破壞我哋身體嗰個免疫系統嘅啫。幾個月之後，唔係幾個星期，甚至乎幾日之後你就適應噶啦。而且你下次再去咧，已經冇事噶啦。同樣佢哋北方人嚟到我哋南方，亦都係一樣嘅嚇。呢個一個過程嚟嘅，我哋身體完全可以適應得到嘅。咁啊，提供呢個自我調解嘅主要嘅營養咧，就係、是、我哋嘅叫做維生素或者叫做維他命係嘛，礦物質同埋維他命。所以為咗滿足啲身體嘅三大功能，西方嘅營養學家，我哋東方嘅就直情就叫做一個咩啊？叫做氣。所以孟子講嘅唔善養浩然之氣。咁啊，殺生食肉咧就會漏我哋嘅正氣。西方而家就將佢叫做咩啊？叫做氛圍或者叫做氣場。咁佢拆到咁細咧，實際上就係咩啊？喺營養學上咧就。越拆得就越細，好似半維喺嗰個維他命 B 喺啊十幾咁樣，淨係個 B 後邊都排咗幾十個數字。咁你拆到咁細，不外乎係咩咧？由我哋往壞啲嗰度諗，就係方便嗰啲營養學家講多幾堂課，收多嗰啲錢，出多幾劑藥，啲維他命嗰啲藥，全部嗰啲所謂嘅藥丸都唔好去食。所有嘅藥丸嚇，尤其所謂嘅營養提煉出嚟嘅百分百。仿呢個胡蘿蔔素嘅嗰啲營養，經過西方嘅佢當時嘅動機就係咩咧？我哋唔使食咁多嘅各種嘅蔬菜水果啦，我仿效佢或者提煉咗部分，咁我就可以將佢濃縮。因此咧，經過咗成十年嚇，佢哋最終希望得出一個好好嘅成果出嚟，就係、是、醫好好多病人，譬如戒煙嘅人。咁樣或者抑鬱症嘅人等等，食咗佢呢啲維他命丸啊，或者乜嘢營養素啊等等咧，係往好轉嘅。其實得出嚟嗰個醫學報告，後來佢哋仲算幾老實，就係全部係反方向嘅，即係等於嘅疾病仲加重咗。咁就奇啦，同樣係胡蘿蔔，呢個叫胡蘿蔔素，點解要差咁遠？一個就天然，一個就人為，就係咁簡單。好啦，為咗滿足啲身體嘅三大功能咧。營養學家啊，將佢夾硬分為五大，後來叫六大，跟住可以叫七大。我哋先睇下呢叫幾大啊？五大，這個後來咧，當然就係主要講五大。後來有爭議嘅咧就係水，水好重要，但今日唔係去探討呢樣嘢啦。咁仲有一個咧，纖維素算唔算營養啊？纖維。大家冇反應，我哋又唔使探討佢啦，唔使理佢，因為我哋食嘅植物當中本身就有纖維素啦，有啲就唔算，但實際上纖維係好重要嘅，佢對我哋嘅腸道啊，對我哋所有嘅邋遢嘢都起到一個清道夫嘅作用嘅。咁主要嘅我哋呢五大營養素嚇，糖類、脂肪、蛋白質、礦物質同埋維他命，所以為咗呢三大功能，你學家將佢所有全部歸納為咁好啦。如果我哋食素，各位。我哋人體所必需嘅呢啲營養素係咪通過我哋日常生活好輕易咁樣樣平均俾我哋一齊吸收得到？我哋知道咧，最健全嘅、最合乎大自然，亦即係話最科學嘅營養，就係每一種養分都可以均衡咁樣吸收得到，唔可以偏食。咁如果我哋食素，呢咁多營養素可唔可以呢？第一個糖類，我哋一齊分析一下。第一個糖類，糖類嘅主要來源係邊度啊？飯、米飯啦、啊、小麥啦、啊、麵啦、啊、小麥啊、芋頭啊、番薯啊等等，有冇見過煨番薯啊？流出嚟嘅糖漿，所以植物係含有極豐富嘅糖分。原則上我哋尤其我哋廣東人啊，尤其家庭主婦翻到去咧，你想真係健康，因為我哋希望大家唔單止從呢個食肉轉到去食素，
而且在食素當中，我們真的為自己的營養健康而得到更大的提升，將你屋企的糖那個糖罐這個罐可以留下的尤其是白糖不好，白糖很毒的，你勉強要吃都好，你就是 吃黑糖，黃糖都不行，黃糖實際上就有漂白的成分，白糖就更加是你 去糖廠參觀一下、啊、或者問一下在糖廠做過的事，它現在是噴的，很奇怪，以前就是一桶桶地倒下去，現在好像 是噴白它，我不知道它先進了怎樣，其實更加毒了，濃縮了、啊啊、你知道我們如果飲水、啊、我這杯是茶來的，假如我們糖是哪裡來的，就是甘蔗，是吧，或者甜菜，但現在甜菜很少，都通常都是甘蔗、啊、甘蔗榨出來，比如我們走去買杯甘蔗汁去果攤那裡這樣、啊、先榨的，看著它一碗甘蔗這樣，跟著那杯甘蔗汁是什麼色的、啊、青黃色的，是不是，好了，你看看那些甘蔗榨了，它這個過程呢工藝是一樣的，要先知道它榨了，是液體的嘛，是青黃色的液體嘛，跟住要它飛水結晶的時候，一桶一桶漂白粉咁樣倒落去，而且為了趕時間咧，佢加啲凝固劑上，佢唔係通過曬咁，而家邊有咁多場地，邊有咁多時間啊？因為大家乜嘢都要快，而家煮唔煮都好成問題，煮嘅目的就係為咗佢結凝固，主要凝固，你以前是你阿爺鄉下的那個原始方法，嚟噴佢嗰陣嗰個光度，咁要噴。我仲再加埋呢個硫磺添，係啊，而家又加多藥水嘢添。非常好。啲硫磺好臭喎，你問我哋去嗰啲硫磺礦嗰個。硫磺噴佢嗰個陣嗰個大缸裏邊煮嘅嗰個缸，噴咗嗰個窗口仔。而家我懷疑佢唔知煮唔煮。佢用凝固劑、啊、可能都煮係嘛？係有只不過煮幾耐咁啫。即係換言之咧，我哋第一話佢非常唔好，第二咧呢啲唔好嘅嘢，就算佢冇那麼唔好，都唔需要食嘛。我哋食個蘋果係咪有果糖？白米飯都有。咁如果我哋食得太多啦，因為糖尿病咧係萬病之源啊，咩病都同佢有關嘅。或者嚟講咧，咩病都佢可以引發好多病出嚟嘅。而最弊嘅就係咧，而家嘅糖尿病咧係情緒又有關，飲食又有關，遺傳又或者生活環境等等都有關。咁我哋從我哋飲食嗰度，我哋先減輕一下。因為如果我哋食咗大量嘅嗰啲咁嘅果糖，唔係人造糖入嚟，除咗會代替咗我哋吸收果糖的，我們吸入和去那些不好的糖之外，尤其我們煮親什麼都要落糖，連整個饅頭都落糖，吃到北方人呢，因為那些糖是高酸性的東西，吃完口就不舒服的，你試一下去啃它一個那些窩窩頭，黑麵包那些真正好的麵包來的，因為我們現在麵粉很多都漂白的，為了好看的自欺欺人，什麼晶瑩的剔透的方糖，記不記得那個廣告，是累死人的，所以現在就是飲苦食毒，所以我們的智慧真的好像隻小蟲一樣，跟古人、天人他們相比，結果大量的糖吃下去，我們暫時還有這個機能，自我調解的時候要搏命抗爭，去調動我們的營養去稀釋它，然後將它排走，咁我哋咪冇曬資源去，冇曬營養去供應其他五臟六腑咯，即係等於打緊仗嘅時候，一切為戰爭，一切為戰場勝利。咁你教育經費又要剝奪，建築經費乜嘢乜嘢乜嘢老人嘅乜嘢福利都要去製造，槍槍炮炮。咁我哋經常就係食咗唔好嘅嘢嚟，將我哋自己身體變為一個戰場，而且最後往往我哋都打敗仗，係嘛？打敗仗之後咧，得出乜嘢病嘅時候，長期折磨我哋。糖尿病就係咁樣樣，排唔曬嗰陣時點辦咧？唔夠能力排咧，因為你不停咁樣對方不停咁樣增兵入嚟嚇，到最後咪積喺膀胱嗰度，
糖尿病一個其中一個原因就是我哋過量食人造加工糖造成嘅。勉強要調下味，要煮啲乜嘢你就食，因為番薯糖水番薯咪好咯。煮下煮下自然有糖水㗎啦，你信唔信啊？本身就有糖精㗎，啊，不過鹽都唔使啊，佢而家啲專家講啊，所有植物咧都有鹽分嘅，只不過我哋咧夾硬要落去，佢本身個天然鹽分就遮住咗，唔係話我哋真係要去海邊咁樣樣，因為海裏邊嘅鹽幾時先發現嘅啫，大概係真係大規模極大規模，我哋依賴曬海鹽嘅時候，大概係宋朝先出現嘅，喺山西嗰度咧。我發覺不是海邊在運城那裡呢湧了那些鹽的池出來，所以為什麼運城呢天天 有鹽噴出去，它地名都叫運城，大概 是宋朝或者稍微之前，因為最明顯的記載就是宋朝皇帝等等請了關帝在那裡鬥蚩尤。好了，糖類是植物脂肪、蛋白質呢兩樣嘢喺動物同埋植物當中都各自含有，比例都唔一樣。啊，注意比例唔一樣嗰時候，我哋又唔使擔心啊。往往嚟講，唔係話多就係好嘅。咁我哋首先睇下脂肪，佢有水溶性脂肪同埋固體性脂肪。乜嘢叫水溶性脂肪咧？就係我哋嘅植物，植物煮菜嘅有啲咩油啊？各位，花生油。粟米油係嘛？等等橄欖油啊，呢種咧好容易被我哋人體吸收。不過講嚟講咧，呢啲油呢個脂肪基本上可以剔除咗嘅。其實呢啲幾大營養素真係嘅，佢哋整出嚟嘅啫嘛。糖類使唔使我哋研究咗一番糖類，我哋先有。即係你食個水果咪本身有糖類啦，係咪？只馬騮使唔使研究一下我要吸收糖類啊？咁啊？所以你台講偷啲糖啊？唔使啊！脂肪啊，脂肪咧，有啲人咧又話，如果我哋唔食啲油落去咧，又話個膽咧就唔可以分泌啲膽汁。嗯，係咪真的？你梗係聽西醫講嘅。嗱，我唔係喺度踩低西醫啊！我本身就係喺西醫家庭長大，我爸爸嘅工作就係西醫嚇，我哋住嘅院落都係。係，即係話嗰個範圍都喺醫院入邊嘅。住喺邊度？我哋同我啲同學仔講住喺咩醫院咁啊，宿舍係咁啊，自細到大咁。所以我哋好多同學，因為嗰個家屬大院就係咁樣。咁啊，我哋唔否定佢呢套理論，但係脂肪使唔使特別提煉出嚟？呢個先係我哋嘅話題，係嘛？將佢夾硬拆開嚟。脂肪佢可能有呢個功效喺度，但我哋使唔使特別提煉出由花生榨成花生油先至嚟再吸收咧？佢作用係乜嘢咧？我哋直接食花生得唔得咧？得嘛？只不過我哋為咗煮菜好嗰啲，即係順啲，唔使咁窿底咁樣，先至會有啲油咁樣啫嘛。創造出呢啲咁嘅，或者太多啦，會嘔到我哋就提煉出嚟啦咁樣樣。我豆腐西施喎，係咪有聽過我話賣豆腐嗰個特別靚嘅？質皮膚靚啊！係黃豆做嘅係咪？咁我哋為咗靚，係咪一定要食豆腐咧？為咗靚，直接食黃豆得唔得咧？你知唔知我講咩意思？唔使太多嘅人為加工嘅，越加工，尤其而家嘅人類，越多一重加工，多一重嘅機器環節。甚至乎多一層包裝，就多一份毒素，營養就更流失一分。如果講起上嚟，你個蘋果你直頭唔好摘落嚟添啊！使咩佢哋摘落嚟運輸啊？咩就包裝得好靚，整個禮盒個果籃就送俾你，直接走去嗰度咁樣摘落嚟。摘落嚟咧，最好係啱天蒙蒙光嗰陣時嚇，你唔好瞓晏覺。去到咧，嗰陣霧水都仲未層甩嗰陣時候，嗰叫回陽水係最好嘅。天地嘅靈氣都喺嗰度嘅，太陽一出嚟冇噶啦，可惜因為你瞓懶覺，嚇咁樣食埋落去係陰陽最相調。點解古人咁長命啊？而家我哋周街醫院、周街啲營養品，點解我哋周身病？觀念上錯曬，有好多時候俾醫生嚇嚇你嘅。
因為而家西醫啊，佢自己良心發現嘅。因為我爸爸最有幾十年嘅西醫咁樣樣，而且做到都唔算好低嘅啦。最後就衰喺西醫手上，就死喺西醫手上，就係、是、咁樣。嗰啲個過程唔喺度講啊，因為後來西醫都有講嘅。有本書叫做《不要讓醫生殺了你》，又話美國人出嘅，美國啲權威嘅醫學協會嘅會長寫嘅。仲有另外一本譯成中文嘅，另外一本叫做《醫生要命》，因為醫生咧，佢哋學翻嚟嗰一套理論啊，佢嘅源頭錯咗，佢後面全部都錯，而且越嚟越快。我哋中國人嘅，包括以前中醫又好，一套教學理論又好，一套自己創嘅嗰啲鐵板，又咪啲武館啊，唔一定係咩嘅喎。你好似少林最叻嘅係咩？第一係禪，第二係藥，第三先係拳。啊，佢唔係而家講少林就係打打殺殺咁樣嘅。嗰啲醫藥啊，唔經過三代，佢唔敢俾人用嘅，你自己用得。唔規定嘅祖傳係咪先嘅話咧，你就有。違背呢個醫德嘅，包括教育制度，而家經常嗰啲教育制度咧推出嚟之後，嗰啲教育專家二十年後或者臨終前，佢先至良心發現講：對唔住啊，我呢套醫學理論或者呢套教學理論咧係錯嘅，我而家推一個新嘅啱嘅俾你，估不論係咪真係啱啊？佢自己否定咗自己嗰時，你就良心發現啦，你喺度贖緊罪啊！照住你嘅嗰啲教出嚟嘅，我啲仔女咁係咪害咗我一代人啊？二十年後，你先至咁樣講出嚟。包括醫學上而家好多嘅，啊爛尾都割咗佢啦，冇用嘅係嘛？我揸啲就俾割咗，包括扁頭線，嗰陣時48先，成日氹我，我又知道手術室喺邊，因為我哋咧手術室都夠膽去，除咗太平間唔敢去玩乜嘢儀器，我哋都敢去玩嘅。你邊個醫生？邊個醫生啊？佢係邊個爸爸啫嘛？邊個個媽媽啫嘛？好熟噶啦，幾次氹我要割扁頭線，好在啊氹總有雪糕食嘅，咁啊幫你止渴啦嘛，止血啊嘛，止血點樣最快就係食雪糕。啊，為咗嗰杯雪糕咧，就真係想佢見冇乜用啊！咁啊成日發燒嚇，嗰時點解係成日發燒？發親燒梗係啦，你用西醫幫我打針，跟住揀一撳落去咁樣樣，耐唔耐佢又復發嘅，所以感冒食。速效感冒靈嗰啲人係啊，速效退咗佢，跟住速效咁樣就復發嘅啦。有冇留意到啊？固本培元啊，從根嗰度去慢慢好，慢慢好，一好就永久好，咁先係。好啦，呢個脂肪係榨油出嚟嘅，所以咧營養學家建議我哋，除咗呢個所有嘅脂肪都會污染我哋個肝，你唔好以為佢食多就好。可能少少幫助分泌膽汁是好的，不單止污染廚房，還要污染肝臟。植物性的也是一樣，動物性的固體性的脂肪就更加危險了。你看天氣稍微凍一些的時候，那個動物性的油脂變成什麼樣子？它的特點就是流通性很差，很容易就凝固，很容易就造成阻塞。那我們知道一條河流如果流通性差就會泛濫，係嘛？一浸浸你幾個省，以前咩華東啊、華南啊咁嘅水災。好啦，如果一條水渠流通性差，就好容易淤塞，就好容易發臭。同樣道理，如果我哋身體吸收咗好多流通性差嘅嗰啲動物性嘅油脂，啊，譬如呢個係我哋嘅血管嚇，呢個就係我哋嘅心臟。本來我哋嘅血液咧係好暢快咁樣喺度運行嘅，但係我哋慢慢咧就吸收咗一啲流通性慢嘅嗰啲動物性嘅血液，同埋佢嘅油脂之後咧，我哋嘅血液就不那麼清純啦。啊，好啦，慢慢咧就令到我哋嘅血液咧開始變到咧由液體。變到粥狀狀態，就好似嗰啲咁嘅廣東粥嚇，唔好講潮州粥嚇，我哋叫做順德粥嚇，順德粥稀啲嘅，潮州粥更加結添啊！啱啱開始變為順德粥，啊，我順德人，好啦，希望你係德性方面樣樣都順德人，利益眾生我，唔好整個建築出嚟，嗰啲殺生我嘅。
好啦，慢慢跌到結核塔嗰陣時候，佢第一個現象係咩呢？流通得慢啊！流通得慢呢，我哋知道嚇，所有嘅營養其實都必須先溶喺血液入邊，融入啲血嗰度。才可以經過大的動脈和靜脈血管將營養輸送到去五臟六腑每一個關節每一個經絡將營養送上去，然後呢它走的時候呢就將我們各個器官單位產生出來的各種廢物壞死的細胞代謝不好的等等將它送去解毒器官，再送去排泄器官，再提醒我們該去洗手間去排走，當然有其他管道，好似眼淚啊、鼻涕啊等等嘅，甚至乎膀胱漏血、流嗰啲黃水啊，都係一種排毒。正常嘅排毒咧，不外乎就係大小便同埋出汗。咁好啦，咁如果我哋呢一個流通得慢咧，營養送唔上去，腐敗嘅物質咧帶唔走，各個器官單位就向心臟求救啦。啊，呢個心臟就等於咩咧？等於特首一樣嚇，嚇佢實際上就是一個泵，監督住全身，引導住全身的血液循環。一個心臟如果停止跳動，咁就呢個人就差唔多啦，冇啦。咁佢接到呢個各個器官單位投訴之後咧，就睇下點解會冇營養供應啊？哦，原來下水道大塞車塞曬，咁睇下咩原因？原來血管阻塞，流通得慢，咁點咧？第一個解決方案咪流通快啲咯，喂，快啲，快啲，快啲！佢本身就係咁慢嘅，你快得嚟點咧？就加大壓力谷佢上去，就跟住一條水管，水壓唔夠嘅，咁點咧？加大壓力咪擠下佢咯，等佢谷一谷，佢射程遠啲咯。呢、這個時候咧，加大血壓，使住血壓升高。醫學上俾個咩名佢啊？個細胞特別識起名嘅。解唔解決問題咧？另一回事。喂，乜你癌症喎、啊？咁樣樣，特對唔住，醫你唔好嘅，醫唔好你講病因嘅啫。乜癌症喎、啊？咁樣醫得好唔使講。啊，所以有一樣點啊？中醫好，佢好少同你講，因為你講唔清噶嘛。你呢度嘅問題，可能係呢度嘅問題咁啊。所以中醫咧，我哋中國傳統就係咧，讓你呢唔同咁樣，你就唔耐。西醫就同你解釋得好清楚，水蛇春咁長咁樣嗰啲檢驗報告，等你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咁就死咗。啊，我寧願回啲胡同最好啩，唔好講咁多嘢俾我聽嚇親我。所以西醫講嘅唔死嘅，有三分一啊，佢講嘅，第一個就係俾西醫醫死你，嚇。第二個就俾三分一係俾醫生嚇死你。只有第三個三分一是該死的，但我們連該死都沒有機會，不是被他醫死就被他嚇死。真的，現在這麼多那些理論，你最好什麼？心一定下來，你什麼病都沒有，什麼藥補藥都不用吃，你心一定，那個正氣一上來，好像文天祥那樣，被人追殺了那麼久，不要說，你不要說。有八種毒氣在那裡，捱了三年都不用死，而且他臨被人捉到的時候呢，整樽毒藥不是一粒，人家吃一粒那些叫老丸，很毒的，他想著死的嘛，人家吃一粒死了的，自殺不肯投降。好了，他都是，而且他還受了傷，而且被人家追殺了很久，又沒得吃，又風餐露宿等等，國破家亡，你想想這樣的情緒狀態，他就是靠一股正氣，他作過個正氣幹的。所以中國很多好東西的，你不要去學人家，你什麼那些東西啊，你只是講下文天祥已經夠了，學什麼稻盛和夫啊，因為稻盛和夫都值得的，值得一點的。但我們傳統文化都講了日本這些好東西這樣的，其實日本的好東西大部分百分百幾乎可以講學我們中國的，包括韓國。既然要講傳統文化，講翻中國大把好嘅嘢咧，結果成樽毒藥吞入去都冇事，先至俾人捉到。哇！佢點解你投降？佢根本唔係投降，佢暈咗，先俾人捉咗，係咁嘅。佢就係一個忠君愛國嘅政
到最後嗰個趙炳啊，嗰、那個皇帝掃和台嗰個死嗰個哥哥啊，俾人捉咗去投降咗。佢嚟勸文天祥投降嗰陣時候，文天祥用君臣之禮，當佢行嗰陣時，佢即刻行。佢當時有你咁嘅忠臣，知道用你，大宋唔使。好啦，呢個賓啊叫做咩高懸崖？好啦，懸崖一升高咧，心率就不正啦，係嘛？所以成日量有乜用啫？因為呢度塞曬嘛。你呢頭鋸完嗰個牛扒，跟住量咁樣嗰啲太太嘅嘢又塞多你一陣咁，跟住咧你又食嗰啲咩降壓藥？降壓藥點嚟㗎？我哋去了解咗一下，啊唔一定我了解得好準確，因為我見到嗰位人兄咧，佢一日要食四次，好多年唔知佢仲喺仲喺咪度啊？一次四粒，咁啊第一二粒咧就好似第一二粒咧就稀釋嗰啲。嗰啲血液嘅稀釋嗰啲血液，第二粒咧就好似硫酸咁嘅，撐開佢個血管，好似浸牛皮一樣，因為佢啲黏曬喺埋一齊啊！依度成嚿豬油膏咁樣啦，將佢撐開佢嚇。第三粒咧就唔知點樣樣咧，就等呢個咧，砰砰砰砰，反正咧好似鬼敲門咁啊，猛咁跳快啲，砰砰咁樣跳快啲咁啊，開兩粒通快啲，一食咪好有效咯，哇，暢順曬咁，係咪真係暢順咗咧？你繼續食肉，佢係咪塞大嚿啲咧？係咪？再暢順嗰陣時，你可能下半年你又要食六粒、食八粒咁樣樣，到最後咧，砰一聲嘅咯喎，佢一個極限噶嘛。所以咧，呢個真係唔係好辦法嚟嘅。而且佢最弊嘅就係咧，佢啲個過程咧，動脈硬化點嚟嘅咧？佢嗰啲咁樣結塌塌嗰陣時候，佢流個谷佢流通嗰陣時候咧，佢就成嚿咁樣樣一齊流通，或者起粒狀咁樣樣嚇。起粒狀嗰陣時候咧，佢會沉澱噶嘛，沉澱佢會黏喺度，黏喺度就變到硬角角。而且佢嗰啲粒狀咧，突然間你加快啲嗰陣時候，食咗粒咁嘅催谷藥嗰陣時候咧，佢忽然間要沉澱嗰陣時候，佢就撞擊緊佢嘅內徑。好啦，黏著咗有一個病症就叫做動脈硬化，因為血管咧硬咗啦。動脈硬化尤其再撞擊嗰陣時候，你就會撞傷。撞傷咗之後咧，就隱患就於將來佢個血管好脆弱，而且好容易。稍為佢再跳快啲，或者受啲咩刺激咧，個血管就會爆裂。有冇聽過爆胎嘅？汽車爆胎啊！爆血管就係咁嚟。汽車爆胎就氣壓唔均勻啊嘛，係咪？我哋以前俗稱嘅大肚，就即係等於嗰個單車胎或者汽車胎咧薄咗，嗰啲氣咧谷咗一嚿出嚟，就小心啊！尤其前胎啊，好悶啊！爆前胎好大鑊，咁爆後胎最多係打個白鴿轉，可能有機會停落。爆前胎就真係中落懸崖㗎啦，係嘛？好啦，其實我哋喺啲邊度爆都係你血管嘅，你身體你生命嘅大災難。呢個就係嗰啲所謂嘅食毒。好啦，呢個就動物嘅脂肪，咁啊仲有一個動物嘅蛋白質嗰個害毒嗰個害處。蛋白質咧，我哋講嘅氨基酸啊，就喺度，包括鈣質，包括等等。人體所必要的所謂氨基酸咧，大概有九種。其實嚟講咧，佢分九十種又好，九種其實到最後根本上，除非你去要考下試，攞張沙紙，根本上就唔關我哋事。咁啊，蛋白質亦都有動物性嘅，同埋呢個植物性嘅。咁如果講起上嚟，最明顯嘅而家最根深蒂固影響到我哋嘅咧，就係鈣質，係咪？仲有冇飲牛奶㗎，各位？而家西方有一個35年前，西方有一個反吸煙聯盟，由幾個醫生憑良心講咗真話之後咧，煙草公司對佢哋落追殺。啊，呢個追殺當然唔係話派殺手咁樣樣，就係告佢哋話佢要賠償經濟損失，因為佢哋嗰陣時研究發現吸煙嘅比例係好容易得肺癌、心臟病等各種嘅壞血病咁樣。當時那幾個醫生幾乎被他告到破產。後來大概5年前有沒有看到一份報導，
全美很多的肺癌患者或者他們的遺屬實上是賠數以千億的天文數字的。那這個案例現在移到了，由吸煙到了我們的飲牛奶，美國現在開始有一個憑良心的一些人士組織了一個叫做反牛奶聯盟，很多的病，而且他直頭說20世紀到21世紀牛奶是這兩個世紀最大的騙局。我們看看中國的歷史沒有飲牛奶這樣的，從來沒有說缺鈣這個概念。劉姥姥入大觀園，我們看看他基本上就是整個的清朝的代表來的，這本書入大觀園一個不小心跣低了，70多歲老人家，那個什麼差幾個差想走上去扶他的時候，他一個鯉魚打頂就起身，拍拍什麼事都沒有。現在呢，我們的酒店啊，或者什麼商業大廈走廊裡面大堂裡面拖完地，清潔工一定會動幾個牌在這裡小心地滑，是吧？因為他不動在這裡，可能在香港我不知道有沒有這條法例，在大陸不是在美國就有，因為美國太多骨質疏鬆。那我們看看從他的消費數字，美國是人均吸收奶製品全球最高的國家，如果我們依照他們那些所謂醫學報告或者那些廣告，一個骷髏骨的人喝了他某個牌子的牛奶那就身臟靈活，那按道理應該他是全球的骨質疏鬆最低的國家之一，為什麼正正相反？但是不是的，我們現在走去測試一下，真是骨質疏鬆的，骨質疏鬆你走去山區，他吃五谷雜糧的，你測試一下他會不會骨質疏鬆。那可能現在為什麼你會骨質疏鬆呢？甚至乎有些沒有喝牛奶的骨質疏鬆，正因為沒有喝牛奶骨質疏鬆，為什麼有些喝牛奶又骨質疏鬆呢？骨質疏鬆有很多種原因造成，第一情緒，情緒就是抑鬱。其實這個抑鬱症呢，現在見不見有些心理學家說呢，不一定是抑鬱，直接是狂躁症，狂躁的人都會自殺的，不過可能殺了人才自殺。抑鬱的呢是另一個一體兩面的，情緒造成了障礙我們吸收鈣，當然這個打個括弧，不單止是鈣，是障礙我們吸收很多東西。所以你生氣一樣是不是沒有胃口的，各位是吧？有沒有生氣到我的胃口非常好，我殺到你那時還危險 好了，另外一個呢就是高酸性的食物，包括了白糖，包括了肉類，包括了汽水，包括可樂，可樂都不是好東西，它是 B 雜水來的，實際上是藥來的。因為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攻佔美國在太平洋的時候打那些島嶼，每一個島呢它不是跟你搏死過，它就是落毒，那些井水淡水那裡落毒，那美軍呢要由本土，那時菲律賓又未收回來，要由本土運送淡水，你說運汽油都說運淡水來，那些可樂公司就不如不好啦，我免費送啦，不送什麼啦，可樂好啲啊，咁起碼有味啲啊嘛。咁好啦，佢就賣呢個免費廣告，到而家仲收益緊嘅。你每日走去買支可樂咧，都係佢二次大戰嗰陣時嘅投注嚟嘅。佢仲分紅緊嘅，係高酸性嘅飲品嚟嘅，對我哋嘅身體。咁乜嘢叫高酸性咧？我哋用呢個高酸性酸性鹼性又係西方嘅啫。我哋講嘅陰陽平衡，我哋嘅鹼性微鹼性體。咁如果食咗嗰啲酸性嘅食物入嚟咧，我哋就用自己嘅鹼性去中和，唔使你嘅酸性堆積而傷害我哋各種器官。咁我哋鹼性夠啦，我哋身體就保持住呢個所謂嘅健康。咁大量嘅酸性入嚟，其實基本上所有嘅植物性嘅嘢都係屬於鹼性嘅。
大量嘅酸性食咗入嚟，佢中和唔切咧，唔夠啦，就點辦咧？由骨髓裏邊去抽揀食，導致到我哋嘅骨質疏鬆嘅密度唔夠。除咗呢、這個，最後一個就係乜嘢咧？飲牛奶。牛有幾個胃啊？各位？四個。牛奶係俾牛飲嘅。你都吃了啖飯之後，你會突然間而家啊個零鐘頭啦，係嘛？你咪一勁出嚟咁喺度反搓幾句，再吞翻落去幾核突啊！我哋冇呢個功能啊，不論佢文雅都好啦，我哋唔需要咁樣樣做。牛奶嘅密度咧，有冇聽過一個叫做佢嘅蛋白質密度好高嘅，叫做乜嘢啊？叫做三聚氰胺，可能大家就嚇親懵噶啦，就唔敢再飲啊！叫做膠原蛋白。高蛋白、高鈣，咁樣包裝一下氹一氹你，因為我真係有一個朋友，佢就係領美國營養學嘅獎學金去讀美國嘅營養學嘅，大陸人嚟嘅，係啊，咁個營嗰啲營養學嘅教材係邊度出嘅？奶製品制定，奶製品協會制定，梗係為佢服務啦，咪無端端俾筆錢你包你食住咁樣樣，獎你去學啊？學咗就替佢做所謂營養師啊，出嚟做咩咧？著個白大褂。我哋睇下牛奶啱啱推出嚟嗰時候啊，有30年前到牛奶，唔講呢個字啊，嗰記者嗰時轉頭先講，而家差唔多時間啦，講太多喺牛奶上邊，一真係佢洗壞咗腦啊！我哋難聽啲嘅，洗咗腦。你睇牛奶，中原文化第一個冇，第二個。我哋根本唔需要鈣喺邊度嚟咧？喺植物嗰度，逢係植物嘅鈣同埋根同埋棒都含有豐富嘅鈣質。你唔信啊？你翻去試下你嘅芥菜啊！而家秋天都幾多芥菜，啲大芥菜好，尤其大芥菜嚇，你用手摘，你唔好用刀切，咵一聲咁樣搣斷嗰陣時候，你肉眼睇一下，肉眼睇到嘅一片片嘅豐富嘅鈣係咁樣跳出嚟嘅，嚇、啊！你唔摘佢冇嘅。有冇留意到？冇做家務咁。冇去留意。你梗係老公做嘢嚇，翻太限世界。我攞刀切。攞刀切嚇，下次唔好用刀切，用手搣嚇。根啊，嗰個棒，所以有啲人話纖維質冇營養，你信唔信？好大部分嘅營養，纖維質係保留住我哋好大部分營養嘅。牛奶飲咗入去之後咧，我去測試真係嘅，就算佢唔係用化學嗰個合成嚇，嗰、那個高蛋白嘅高度嘅密度高到咩？等於將呢個膠樽我用高温溶咗佢，攞去測試，梗係呢個高膠原蛋白啦。牛奶就係咁樣樣，佢雖然係天然嘅，我哋唔講佢嘅附加劑啊，唔講佢嘅其他嘅藥類嗰啲咁嘅添加劑。佢攞去測佢純佢嘅天然嘅嗰只奶牛嗰度咁樣飲落去，攞去測試真係㗎，好豐富。但係注意佢唔適合，佢有50%係唔適合我哋人體吸收嘅。羊奶、豬奶乜嘢奶都唔吸收。最好就係係啊！而家嘅商機啊！而家嘅商機咧，真係噶飽和啦嘛！嗰啲人就投，你知唔知牛奶係二次大戰之後開始經濟蓬勃嗰陣時候，嗰啲頭腦過於精明嘅商人，哎，睇下有咩邊只生意好做先，嗱，邊只股啊或者咩成咯，飲奶好啦，就試下啦。當初牛奶啱啱推出嚟嗰陣時候，大概30年前、30多年前啊，牛奶啱啱成為一種商機推出嚟賣廣告嘅時候，廣告詞係點樣講話？各位，我哋試下飲牛奶啦，對身體無壞，有啲幫助嘅。到而家俾嗰啲廣告從業員啊咁樣樣偷龍轉鳳，將我哋嘅腦洗到咧，大笑夠鐘飲奶啦，大笑身份高啊嘛，夠鐘嘅時間定時定候你幫襯佢，俾錢佢使啦，一日唔飲奶都唔得噶咯喎，係嘛？當水咁樣飲噶咯喎，而家美國就係當水咁樣飲。但你試下啦，通街嗰啲大肥佬逼巴士你離佢遠啲，一撞車一逼佢肋骨咔嚓一聲，你撞撞佢個膊，撞佢個手又咁，嚇、啊！真㗎，你睇下少林和尚，你去過少林寺？未去過都聽過啦，係咪？
睇下佢嗰啲廚房簡陋到乜嘢程度。過年加菜啊，聽佢哋講啊，過年先有餸加。好貧苦嘅日子，過年加餸咩咧？加咩餸咧？就係加豆腐。過年先有豆腐食真嘅。平時啲居士啊、布施上嚟啲豆腐啊、啲黃豆啊，唔捨得食嘅，鎖埋。過年先有得食，但係你睇下佢嘅身體幾好，開山劈石。我哋要我哋係嗰種我哋精神能力本身有噶嘛？可能牛奶飲咗入去之後咧，嗰50%嘅開始被我哋吸收啦。好啦，唔講佢吸收之後嗰啲啊，嗰啲衰嘢先。未吸收嘅嗰啲點辦咧？開始要排走，開始要排走咧，就將我哋本身有嘅植物害一齊排走，一竹篙打死一船。而最弊的就是可以吸收的部分造成的危害性就更大了，因为一入来之后呢，哦，够钙了，造钙功能收到这个大量的钙入来了，不用做了，不用做了，就像警察不用训练，消防员不用训练，可以放假了，一旦有火烛来的时候他救不及的，大量的那些鈣入到嚟之後，造鈣功能停止工作，停止工作這個器官就開始不運作，時間一來不運作就永久性退化，就等於一架車沒油了，你找匹馬拉住去加油站或者去維修站是可以的，但你拉一下覺得幾過癮，得了不省省點油錢，找匹馬來拉，你試下拉它半年，這部車就打不著了，功能全全退化了。同樣我們的造鈣吸收鈣功能被大量的牛奶飲下來，飲了若干年之後呢，慢慢就退化了，所以現在基本上好像牛奶好像毒癮那樣，不喝啊，已經 是所以古代說的基本上呢，不修行的人呢，那些傷就是奸的，要我哋唔能夠排走嗰陣時，嗰啲一竹篙就打死佢。好啦，唔用嗰啲，我哋將佢排走；有用嘅功能，我哋又退化咗，所以導致到我哋缺鈣。再加上我哋其他嘅情緒或者其他嘅飲食，因此導致到我哋每次檢驗我哋都係好疏鬆嘅，但又揾唔到嗰個根源。西醫好多秘密冇同我哋講，非常多嘅。植物的鈣質和這個脂肪，我們直接吃各種的植物，包括這五種東西，五大營養素都可以在什麼，可以在植物當中，甚至乎可以說只有在植物當中才可以全面給我們吸收到。所以各位，我們第一不需要擔心，我們第二要嘗試一下身體力行，這樣去恢復一下一個更健康的飲食環境。那怎樣呢？你每天吃一粒豆就可以了。豆的生命過程，各位，不過要吃得什麼呢？吃得到地的豆呢，實際上就是種子，一粒的意思呢，你一粒你可以賣三片東西的，一粒就是一個品種，你吃得到地，道就是合乎四季嘛，地就是當地嘛，你合乎當時當地的，以你生長地，不是出生地，什麼叫生長地呢？你在這裡你移民了來，譬如香港你移民了超過兩年的，你就以香港為你的生長地，這個地如果我四川來的，這樣有種食麻辣，你在四川你得熟水寒嘛，來到這裡熱的濕的，你再吃呢你不得的了。好了，吃豆的什麼叫生命過程？譬如這個地種在這裡，大地呢種子具有極強的生機，提供給下一代發芽用的，我們除了吃它的豆之外呢，我們吃它的芽啦，兩片嫩葉啦，再它的葉、框、開的花、結的果等等，再吃它第二次的生命過程，
一年365日，經常都有各種嘅水果、植物啊等等嘅，你合乎呢個季節，佢就適乎於我哋嘅養生之道啊。咁我哋去到你冚唪唥有嘅，除咗嗰五分之外咧，整個嘅生命過程啊，我哋點會唔夠營養？而且咧，食當地嘅嚇，譬如美國有蘋果，中國又有蘋果，咁你食邊度嘅？食中國嘅。你有冇走去食美國嘅？蛇果貴喎，咩成喎？你買嚟試下得。美國嘅蘋果俾美國人食嘅，啊！我哋中國冇呢只水果，就證明我哋中國唔需要。廣東有蘋果，你唔好中意食山東嘅。山東蘋果俾山東人食嘅，啊！美國人嘅體質同我哋中國人同俄羅斯人嘅體質係完全唔同嘅。俄羅斯人同美國人，生完 BB， 尤其你哋女性啊，生完 BB 要唔要坐月嘅？敢唔敢電動水啊？你哋啊？我聽我個太太投訴，哇！我風入咗去啊！呢度班次又衝啦，嗰邊次又衝啦，啊！真係好似牛牛地咁啊！真係牛牛切齒，我當時又唔招呼，唔負責，一成下衰佬咧。美國那些沒有的，你覺得你中國女性生完 BB 要坐月的？半開玩笑講偷懶，有些人不懂答佢，不是水桶問題啊咩成啊，佢竟然間點樣答啊？係啊，我幫你生個磁鼓定喎，十個月喎嚇，我點啊？唔使嘆翻個月啊咁樣樣，咁樣答。人哋嗰啲真係嘅，生完 BB 一兩個月，佢夠膽落泳池游水嘅。俄羅斯女人就係咁啦，你得唔得啊？一個月幾個禮拜，佢捧住條落泳池游水，體質唔同啊，所以飲冰嘅嘢可能你覺得，古巴論我哋探嘅其實都唔得嘅，因為胃嘅佢要温度急凍入嚟，真係嗰個收縮。好啦，五大營養素，只有喺植物呢個生命過程當中就全面唯一可以咁樣提供嘅，其他嘅動物。佢有嘅我哋有，佢冇嘅我哋講唔定有，或者我哋冇，我哋需要佢哋提供唔到。譬如嚟講呢個豬肉，北方嘅豬肉同南方嘅豬肉喺冬天攞去測試，佢冇人啱你冇抗物質，因為點啊？全部都係飼料。咁點解南方嘅豬有咧？佢梗係啦，食我哋啲果皮啊、菜客啊咁樣樣，佢咪有維他命啊，有呢啲啦。呢啲全部要喺植物當中，尤其呢個種子咧。它是吸收了天地日月精華的太陽的太陽能，地底下面那個熱量千度高温的，這樣上下的熱量集天地的精華，它生長出來那個植物，而且夠時間的話是最好的，不要太多的化肥催谷，這樣我們吃進去對我們身體是非常之需要和合適的。所以來說呢，建議各位我們翌日吃素，不要吃得那麼自卑，你一定要真係嘅昂首挺胸嘅，有冇睇到人哋見你食素，你就喂你食素㗎，食齋㗎咁樣啊？我今日啱啱口味問題啫，我食豬肉，或者係醫生提醒下我食清淡啲啫咁樣。能夠食素，各位係我哋嘅福氣嚟嘅。你唔知早得積咗幾厚，你先今日可以嚟呢度聽，唔係講笑，30多人報名嚇。不是要哎呀，唔記得咗，我今日肚痛，今日屈親只腳，喂，唔知係嗎？我打電話去追蹤嗰陣時候，好多樣嘢，你冤親債主或者早得唔夠都嚟唔到噶，唔係講笑噶，真噶，我哋接觸太多啦。不過我哋以前都係早得唔夠，我哋好想接觸，都經常摸門釘噶，啊，所以同樣進一步我哋了解咗啦，我哋食素，因為咧喺以後嘅菩提路上，即係話我哋。對自己的生命又好，慧命又好，對我們整個的人生，包括這個家族，你要一步一步要提升的時候，你不你的門檻，如果你不提升到基本食素的話，你是好像竹籃打水一樣，是費九牛二虎之力呢 都得不到一個實效一樣，因為你都不夠還債，同埋你的身體機能，有冇留意到我哋食得太多嗰啲肉類？我哋真係而家幾乎個個人都亞健康嘅，亞健康嘅基本上就係周身酸酸軟軟，情緒好低落，啊，凡事諗啲衰嘢多，係嘛？
人哋兩個傾偈，我哋望過去就一等係講嗰衰，冇話正能量到咧，又讚我啦，係好需要我幫助佢啦咁。出邊冇呢啲氣場啦，只有呢度噶啦。啊，我哋互相幫助，互相感恩咁樣樣，快啲嚟沾下呢啲福氣啊！呢啲好啦，咁你要呢五大營養素全面喺素食當中先至可以提供得到。肉類除了過量的脂肪和蛋白質之外，人體所需的糖分沒有，礦物質沒有，維他命沒有，植物纖維更加沒有，動物纖維就更毒添啦，啊，因為它容易阻塞嘛。好啦，哦，咁樣點食呢？就呢度姜啊，我哋睇睇前面。每日我哋食五種顏色嘅紅黃青白黑，金木水火土，東西南北中，心肝脾肺腎，我哋每種顏色用一個一個器官，用一種植物嚟介紹俾大家。紅色嘅，我哋建議大家，當然咧，譬如説紅色嘅有咩植物咧？番茄啊，番茄啦，紅蘿蔔啦，等等咧，建議大家。經常吃的，有一次我們去一個出家人那裡探訪他，那就泡茶給我們，那是杞子，杞子補五臟，平五臟，補肝補心，而且呢補腎，啊，它非常好的，沒事你就甚至乎你的手袋啊，不要只是袋化妝品啊，坦白說化妝品那些只欺欺人的啫，你由入邊容光煥發出嚟先得噶嘛？食咗咁多動物嗰啲污漬啊，嗰啲成啊，變咗咧黑濛濛都黃白白咁樣，有乜用咧？係嘛？個手袋入邊裝一樽仔嘅杞子啊，因為咧飲茶比較寒啊，佢就講啦，係啦，呢啲係你最好噶啦，補噶啦。咁啊，黃色咧，南瓜啦，所有你想像到嘅芋頭、番薯啊等等，仲有一個就薑，我哋一定要多食薑。頭先嗰度因為冇時間啦，嗰個好大篇幅講薑嘅。咁薑點食呢？最好上晝食。咁如果你真係好寒咧，晚黑都可以食。晚黑咩唔係砒霜嚟㗎？對你寒底極寒嘅人嘅時候，尤其係產婦係嘛？你以前生完 BB 有冇食薑醋啊？晚黑有冇食㗎？咪聽咗嗰位醫生上央視咁樣講一講，就晚黑如砒霜咁唔見得嘅。當然最好就係你上晝食，嗰個效果會更加好。連皮食，而且薑咧。買不要太肥的那些化肥的或者雪過那些雪到它淋曬失去功效的，要薑不要放在水龍頭旁邊，放在通風一點的，因為你一塊薑不是一餐吃完的嘛，等等有事沒事整家人，尤其剛剛開始吃素的階段，因為動物性那些火啊那些邪火呢退了，你正的陽氣那種陽火未曾提升上來，加上我們現在經常生活在少運動、多冷氣、多用雪櫃、多冷飲的本身就寒底，我哋百分百幾乎而家，除非你係真係好似類似出家人咁樣收咗一段時間，否則我哋都算寒底嘅。我哋嘅體質都係偏陰偏寒嘅，甚至乎極寒添嘅。啊，因為佢整個環境就係造成咗我哋咁啊嘛，成個夏天我哋竟然而家可以一滴汗唔使出嘅，有幾弊啊！啊！佢基本養生嗰啲啊，除鞋行路啊，我哋著鞋行路嘅機會都唔多添，唔好話啊。咁咧即係話好惡劣嘅居住環境，你唔好以為表面物質好像好啊，我哋精神極度緊張，而且呢個身軀咧過度咁樣透支嘅。咁嘅情況下咧，薑係一個好好嘅補充㗎。啊！薑者強也。點解叫新薑啊？新嘅薑芥，咁我哋保護我哋嘅體能，我哋往外邪之所以入侵，皆內證之不足。我哋將個內證提升起上嚟，唔單止提到我哋骨髓、肌肉、皮毛、脂肪嘅，同提到我哋體外添。所以薑就代表我哋呢個薑味，代表好強壯嘅領土，可以固本培元。咁啊，青色所有嘅。建議大家多吃青色的新鮮的青蘋果、青檸檬、生食、打汁、青苦瓜、
等等，對我哋肝臟好好。而家大部分人個肝都唔係幾好嘅，啊捱夜啦、飲酒啦、食個各種嘅，包括食素人嘅嗰啲防腐劑啊、化學劑啊等等，呼吸個空氣啊，咁啊青色嘅咧幫我哋洗滌我哋嘅肝臟，尤其係檸檬，啊佢味道係高酸性嘅。我經常咁樣嘅，空口就一個早餐就當一個檸檬嘅。咁晚黑食又好，晚黑子時行到肝經嗰陣時，啊一個咁樣食食落，當下幾酸下嘅，食慣咗冇事。第二個就係食完個口腔係好甘嘅。食唔食埋個皮？最好要食皮，熟皮熟羊，包括薑啊，任何嘅皮最好都係食。當然如果係太多防腐劑，一般薑咧唔會飲，唔係嗰個一般檸檬唔會飲咩農藥嘅，蟲都唔中意咬。白色咧，百合啦，蓮藕啦，蓮藕咧嗰個窿啊通嘅，蓮藕一身都係補嚟嘅。咁仲有而家呢個季節咧，最好就食咩咧？食白蘿蔔。白蘿蔔，你買啲農民啊，或者啲唔係化肥唔係太多嘅，連框一齊食。有一隻蘿蔔咧係有框埋埋嘅，連框一齊食咧，通我哋嘅肺，肺同個腸就相表裏嘅。我哋而家大部分嘅人咧要健康嚇。首先第一個你就不要再吃那些毒入來、啊、肉類都是高毒性的等等、啊、那些這樣的。還有一個呢就是真正的健康不是你吃多少好東西進來，除了你不吃壞東西之外呢，也不是吃你多少好東西，而是先決條件就是培元、啊、固本、啊、將你原有的毒素排得出去，所以不是吃多少補藥進來，是有本事將多少毒排出去，排出去幫助排出去，幫你的腸清晒的呢，加強熱量嘅一個就係薑，一個就係蘿蔔。蘿蔔實際係通氣嘅，敗氣係敗我哋嘅邪氣，嚇、啊。佢培我哋嘅正氣嘅。所以北方有一句説話講啊，吃蘿蔔喝熱茶，急得醫生萬啲怕嘅。醫生冇收入，急到冇證交足。啊，包括飲茶，最好有個禪定的飲茶，咁啊最好噶啦，真係修心養性，咁你的身體真係得到養生噶。好啦，仲有黑色就係食黑芝麻、黑木耳。我哋睇翻頭先嗰度，嗱，我哋睇下，我哋驚呢個營養唔夠啊嘛，尤其女性啊，缺鈣啊，唔係誒咩血壓唔夠啊咁樣。我哋睇下呢個香港紅十字會啊，而家我哋再去，你走去捐血，因為我都經常捐血啊。佢會俾張紙你，其中有一張有個內容就係咁樣嘅，啊，100克煮熟嘅動植物嘅含鐵量，因為咧我哋嘅血紅素主要嚟住鐵啊嘛，含鐵量睇啦，嗰邊係肉類，最高都係羊肉3%，我哋閒閒地紅豆啊，我哋都唔係好注重佢嘅，都3.1%，黑豆7.2%，芝麻10.幾%，最高嘅就係呢個黑木耳。每日你吃到一兩片黑木耳，你的含鐵量、你的豬紅素的補充量就已經足夠了，各位。好講下個環節，食肉的害處、分食的害處。那個時間是不是到了？幾時？到3:30。3:30好，咁啊，盡量啊，肉食佢除咗好處之外咧，有一啲嘅害處。其實所謂好唔好食，只不過我哋講嘅個味覺同埋嗅覺問題啦。頭先嗅覺講咗啦，味覺好似都講埋噶啦嚇。咁我哋講佢嘅害處咧，主要係咩咧？本質上嘅害處，我哋唔講佢口味問題。一調出嚟嘅味道咧，每個人見仁見智嘅。有啲人中意食甜啲，有啲人中意食鹹啲，係嘛？第一個病菌上嘅，各位我哋先調查一下，我哋平時所食嘅肉類，邊種動物食得最多嘅？豬肉啊！豬肉，佢調查應該都係豬肉，豬係啦。好啦，就用我哋豬嘅。舉呢個例子，我哋設想一下嚇，各位，因為我哋要逆地而處啊嘛，將心比心啊嘛，修行就基本上將心比心就己所不欲，勿施於豬啦嚇。請問一下，我哋嘅居住環境同豬相比，係咪好過只豬好多？有啲人未反應過嚟，
請問一下，我哋嘅居住環境同豬相比，係咪參差無幾啊？我哋嘅居住環境有飯廳、有廚房、有廁所、有睡房，係嘛？每個房間都各司其職。豬有冇啊？冇。冇噶，中意嚟呢度啊！試過一次啊，同我過唔去啊！有咁樣有。我哋有還有係嘛？豬佢就始終分得唔清唔楚，佢食入去放出嚟都喺嗰度嘅，好似直通咁啊，係嘛？有時我去個豬欄睇過，依頭食嗰頭見佢，嗰頭食嗰頭即刻出嘅，所以行過豬欄就覺得好臭。其實點解臭啊？運豬車行過又好臭，佢有細菌有毒素，刺激咗空氣，再刺激我哋嘅嗅覺神經，所以我哋反應出嚟有毒臭。好啦。呢、这個豬的居住環境，佢咁擠迫，食入去我哋每個房間都各司其職啦，起碼都懶懶地都好啊，差差地都好啊。再睇下食嗰度，食嗰度當然好過只豬好多啦。但係而家嗱，我希望大家已經係有傳統文化嗰啲啊，你一飲一啄，無非前定，即係話你食幾多係整定嘅。你一浪費就係、其實係浪費你將來生命嘅，折你自己嘅福嘅。呢、這個基本嘅我哋嘅觀念。所以咧，再加上我哋慳嚟，就算布施俾人都好嘛，係嘛？幾多嗰啲窮？頭先嗰啲點解要用泥嚟食餅做餅嚟食啊？啊？點解要周身烏蠅啊？點解要飲馬尿啊？牛尿啊！嗰位今日現出嚟嘅非洲人，可能前世就係我哋香港人。浪費你就會去噶啦，餓鬼道嘅人間叫餓鬼道嘅咁啊！咩叫侮辱道啊？你去醫院睇下嗰啲叫地獄道，依度劏，嗰度插管，嗰度咩咁，臨死仲要俾人哋揾幾個棒棒棒咁樣樣，唔好似地獄咁樣受刑。啊！呢一半生嗰啲家庭倫理啊，做得好好嗰啲啊，一家和和樂樂，四代同堂嗰啲，咪好似天道一樣咯，都喺人間嚟嘅咋？收唔收就睇我哋自己嘅啦，馬上現出嚟。點解我哋咁努力咧？搏命工作等等啫，關鍵我哋嘅觀念要正確。首先就唔好再傷害人哋啦，所以呢堂課都幾重要嘅，否則你所有嘅嘢都係有漏嘅。好啦，食嗰度我哋除咗唔浪費之外咧，我哋食得要合乎道理，尤其係內地啊，都食公款啊等等啊，每年唔知食咗幾多萬個億走嘅啊！好啦，當你高朋滿座坐喺度咁樣樣，包三四間親戚朋友坐喺度，飲飽啦，食醉啦，唱飽啦。成台都係喎，因為尤其冇收銀嘅人咧，無論係公款又好，自己錢又好啦，尤其啲好似做東就係、是、我做東，我今日要為咗面子問題，我一定咧要點到大家夠食，咁先代表我熱情，係嘛？唔係先嘅話咧，非待客之道，其實唔係咁樣樣理解待客之道。我結果嚟講咧，飲飽啦、食飽啦、唱飽啦、傾飽啦，仲剩一大堆喺度，你哋女士會點啊？攬個袋出嚟，打開個化妝盒咁啊！我唔要啊！個紙巾又咁樣擺低啊，好正常啦，愛美啊嘛，所以啲鏡嘅銷量咁好就係咁啊！好啦，我哋男嘅咧，接咗張紙巾抹一抹嗰陣時，如果冇修行，往往有食煙、飲酒、捱夜、食肉等等嘅消化同吸收。腸胃等等，呼吸道都唔係幾好通常都會咁噶啦。啊，你佢都算幾斯文啊？咁有一啲咧飲酒過量嗰啲會點啊？嗱，我哋頭先講嘅嗰個三大功能，其中一個就係咩？自我調整係嘛？自我調整第三個自我調整嗰陣時候，我哋食入去幾多？硬唔好嘅硬毒嘅，我哋嘅腸胃身體就好似個大地，好似母親一樣。無論你點樣傷害佢，只要佢嘅承受範圍，佢都默默耕耘去替你承受，替你去化解。但係當你大量嘅魚肉啊、酒啊一下子嚟到嘅時候，佢
亦都係幫你化解、幫你調解，但係佢當下就作反啦。個胃一反，一聲，你邊度入嚟嘅？唔該，你邊度翻出去？一聲扭到成台成地氈都係嘅時候，有冇見過啲醉貓鬧事嘅？幾乎啲酒樓都有啊！餐廳可能好啲，你稍微啲，甚至越靚嘅酒樓就越有咁樣樣，圍圍台都有人飲醉㗎。好啦，佢哋俾朋友拖住走啦，啊，未醉啊，再飲過啊，就發癲啦。個服務員咧就推架車仔嚟上邊一粒大嘅嗰啲框啊，一路就將你食剩嘅嘔出嚟嘅攣住個鼻一路掃一路掃就一路詛咒死醉貓啊，即係唔好嚟最好嘅，累死我咁樣樣，可能都嘔出嚟咁樣，甚至同嘔喺地下嘅揾個掃把揾個垃圾叉，佢又係咁樣倒落去。又成滿滿一大罐推去後欄，後欄嗰啲有個大桶倒落去，俾邊個食？豬仲未食啊！一熄燈打烊收工走啦。個大桶熟熟臭臭個大桶咧，附近嘅烏蠅曱甴老鼠就群結隊咁嚟啦！哇！啲人類對我哋太好咯，尤其呢個餐廳老細又請我食一大缸喎。結果圍住個桶邊一路食食食食食，唔好彩食到頭先嗰個醉貓嘔出嚟嘅啊！你嘔出，你飲入去啊60度，嘔出嚟可能仲58度嘅。結果嗰、那個老鼠食食下就發覺唔對路啦，香又幾香，不過點解暈暈地嘅？啊！四肢一發軟嗰陣時，佢啪一聲向邊度跌啊？如果佢呢只係老鼠啊，真係似老鼠佢，都叫老鼠。好啦，佢向外跌咧，仲好啲，最多達到金睛火眼天光前可以躝下躝下，躝翻竇口去療傷。同今晚啱啱擺只靈堂。好啦，佢向內一跌咧，間生浸死，暈啊嘛已經係嘛，四肢又發軟。好啦，浸死咗咧，咁細只蝦老鼠，遲啲變到咁大啲大蘿蔔咁啊蝦老鼠。然後咧定時定候日日啊，以前咧同你嗰陣時咧，一個禮拜收一次，揾擔嚟擔。後來咧少佢就唔會臭噶啦嚇，好啦，後來咧就用摩托車，而家用你小型貨車，甚至乎中型貨車，大桶一大桶嘅，有廣東啊、福建啊、湖南啊、中國嘅幾大生豬養殖基地啊，甚至乎戰略物資嘅儲備，因為養豬嗰啲突然間買唔到豬肉，豬肉突然間好貴啊，都係一種戰略儲備嚟噶，生豬養殖基地啊，養好多嘅，幾萬頭幾萬頭咁樣養，當然就需要咁多嘅呢個。而且幾現代化下添㗎，好啦，咁啊收金水啊叫做啦，地溝油咧就係嗰度之前咁樣隔隔出嚟嘅，好啦就倒落個大桶嗰度，噴住黑煙翻到去佢嘅飼養場嗰度，原來咧撈啲激素啦，撈啲抗生素啦，係咁以倒落個鍋度熱一熱佢，跟住嗰個鍋一傾斜一聲咁啊，順住嗰啲蜘蛛網嗰啲咁嘅巢咧，就去到各個欄嗰度。嗰啲豬就圍過嚟，喳喳喳喳喳喳喳咁啊！嗰啲咩嘅老鼠啊、曱甴啊、烏蠅啊，食到肥肥大大。唔係你哋家庭主婦咧，晨早就飲嗰嚿煲湯，嗰嚿炒靚喎，咁樣樣好啦。等個老公翻嚟啦，啊又喺鍋度嚟咁熱炒下，兜翻熱翻你佢。然後老公仔仔過嚟食飯咯，咁啊成家人圍埋嚟又喳喳喳喳喳，都成身病，病菌上。汗癥呢個抗而大之，所有嘅飼養嘅過程都係咁嘅，而且飼養嚟嘅仲有一個好可怕嘅現象就係不育症。有冇聽講過而家一種人叫做以前我哋人叫做兩種人啊，男人啊嘛，女人，而家叫中性人、雙性人、變性啊。德國啊，你留意一下前幾日嘅報紙，德國國會正式通過咗議案，喺佢嘅出生。身份出生包括以後的身份可以不標男女，不用 M 或者 F， 用 X， 用交叉，其實真的可以交叉的。他不看看什麼原因，中性人，因為 他為他們真的 他找不到根，他就表面上幫了這班人，因為那個醫生現在有每1000個就有0.5個嬰兒係個助產士又好，醫生又好，捧住個 BB， 冇辦法落筆寫佢嘅性別嘅，喺佢出生證明嗰度睇唔出，肉眼睇唔到嘅性別嘅，
或者係兩個性別器官都有嘅，咁點算呢？以前就夾硬要寫，所以為咗你咪隨佢長大咗，佢中意點寫咪點寫，所以而家咧空白起上嚟 ，X 代表或者中性人代表，咁就以為幫咗佢，其實佢根本就唔知道呢個就同佢食肉有關係，佢係個受害者，甚至乎佢喺娘胎裏面懷佢嗰個母親都係受害者。根本上激素大出現嘅，尤其強力激素出現嘅，大概係呢十五年左右。以前邊有咁多咩同性戀啊，或者乜嘢成嘅？而家通街都係，點解啊？因為而家你睇下啲線，以前啲線好細細條嘅啫，咁粗一條嘅，啊，啲肉類啊，一隻雞以前要一年十個月，而家咧三到四個禮拜，一頭豬又係三個月到四個月就出欄嘅。啲激素催谷曬佢，啲激素內化成佢自己嘅性別特徵，豬奶又好，雞奶又好，魚奶又好，等等好啦。以後咧，各位第二日啊，去到因為殘留喺佢體內嘅，冇辦法被我哋化學分解咗，根深蒂固喺入邊。咁以後咧，各位買豬肉啊、買肉啊、買魚嗰陣時，你問下，唔好問一斤幾多錢啊，先問佢公定乸嘅。公嘅俾我老公食，俾仔食，俾阿爸食，俾哥哥兄弟食。乸嘅我哋女性食。你分唔分得咁清呢？如果你食咗過多嘅呢啲肉類含有異性荷爾蒙嘅點辦呢？一條蝦你點分啊？係公定乸？一條魚點分啊？我以前好中意養魚嘅，包括而家都係。我到而家都分唔清嗰條金魚又好，嗰條咩龍套豬又好，嗰條咩孔雀識分啊？其他嗰啲都唔識分嘅，一條金魚點咧？一條錦鯉點分男女啊？點分公乸？我食咗入去之後，佢就吸收埋佢啲肉類所謂嘅營養嗰啲激素，又變為佢自己，即係等於你每日三餐，如果你都有食到異性嘅肉類，等於一日你注射三針異性荷爾蒙。有冇留意到而家女強人好多嘅？嚇，好強悍嘅。男人呢冇啲光陽之氣，嗲聲嗲氣嘅，咁點算啊？自取滅亡啊！做咗下一代，點解佢都係受害者？可能喺佢阿媽嗰陣時就已經啱啱開始，咁個染色體咧就開始傾斜啦。咁勉強佢阿媽仲有生育能力，但都殘留咗下一代咧，佢嗰個性別已經開始變曬。到咗佢嗰陣時候，咪成為一個好明顯，就算生出嚟嘅你唔係嗰千分之零點五，你係嗰九百幾，但係隨住你繼續食，而且只會越嚟越強烈嘅嗰啲激素嘅能力越嚟越強嘅時候，食咗再食多二十年，到廿零歲嗰陣時候，好似迪娜個女咁樣樣，去完英國翻嚟就同阿媽講：阿媽，我做咗啦咁，做咗咩？我做咗啦，做咗咩啊？做咗變性手術啦咁，女嘅變埋男嘅啦，迪娜個女啊！那個影星啊，好有好強的能力啊！有女強人的結果就加成咁樣嘅。強係乜嘢啊？強係將你哋陰柔嗰面好好咁樣發揮，唔係將你哋學翻嚟嘅才華，你哋真正嘅才就係你哋好好咁樣樣，好似太好似月亮，好似水咁樣柔性嚟感化佢。放低自己的身份，等你自己冇曬地位，但是在你的丈夫心目中是最崇高的地位，这个就是女人最強，而不是咧表面有啲業績上去做，攞咗個三幾年的咩獎項，就以為真係一浪就冇啦，一下就冇啦。好啦，再睇下生理上的構造，證明咗我哋人係一個標準的素食動物。從我們的手，我們的爪啊，有沒有爪的各位？指甲好，指甲算不算啊？問你老公啊，你爺爺回來的時候，咁夜去哪裡啊？那時候算不算啊？算爪還是算手啊？牙齒，我們牙齒是平的，是吧？而且我們牙齒很堅強，我們的牙肉很脆弱的，我哋咬到一粒沙咧，有冇人咬過？而家比較少啦，或者咬到啲咩堅硬嘢嘅時候，成邊身都冤曬嘅，先算啦，即刻傳毒到啊！我哋嘅牙只能夠，我哋嘅手啊，
冇辦法捉到動物撕開嚟，我哋嘅牙齒冇嗰啲虎牙，我哋係只能夠食一啖飯而磨式嘅，我哋冇辦法切割同埋撕裂嘅。我哋嘅手指識而捧清全摘野果嚟飲嘅。後嚟森林失火燒死咗啲動物，冇樹啦，樹物會又燒埋。咁我試下拎啲屍體嚟食咧，即係等於咩啊？去到北極啊，同我兩個同伴咁死咗啦，我哋要走出呢個冰天雪地就點啊？好似嗰位仁兄咁啊，食同伴嘅屍體。正常情況下要唔要食啊？講起上嚟都嘔咁滯啦！我哋以前對肉係咁樣嘅，而家就認為咧唔食都唔得，想盡辦法嚟養去捕捉嚟飼養嚟食。如果嚟啊，我哋唔孤不論乜嘢冤冤相報，實際上嚟講咧，令到我哋整個嘅人性扭曲，身體完全承受唔到。點解話要完全承受唔到呢？我哋嘅大腸是很彎曲、很重疊的，肉食動物的大腸是很短、很直、很粗的。我們試一下一斤菜買回來，一斤肉買回來，這樣的天氣同樣等一天兩天，基本上一天到了挨晚就臭了，好像縮縮地的一陣冤味的。我們吃進去有一個吸收、消化、排泄的過程，最快的是什麼？熟透的水果大概半個鐘頭到一個鐘頭被我們的大腸、我們的腸胃吸收，一般的飯菜素食的三四個鐘頭。肉類的話，如果尤其有那些好那些黏的豬油膏啊，那些嫩骨啊、皮啊、筋啊那些呢，一般要 1.5 日，即是1日半，換言之是30幾個鐘頭在外面。你試試兩日兩個白天，早就臭曬。出面係咩體温啊？咩氣温啊？20多度。我哋表面都37度係嘛？36、37度係嘛？定係我哋表面39度嘅啊？37係嘛？冇反應嘅。我哋表面温度37、37度，我哋個肚嘅温度入邊嘅温度50度。50度唔上唔落，如果100度咧就唔會臭啊，0度又唔會臭。結果50度咧係好容易臭嘅，所以你試下嚟，你今晚食完肉，你用刷牙用啲消毒水攞口，跟住瞓覺前又再刷牙又攞口，到第朝早起身，再刷多次，再攞口多好多次，然後你聞下自己嗰陣口度，可能臭氣相同埋出。阿媽幫手聞下，臭唔臭？阿媽都聞，可能啊，叭一聲，睇下我哋嘅糞便係幾臭就知道。啊，貓狗嘅糞便係咪特別臭？因為佢腸直短啊嘛，佢仲好過我哋啊，佢唔會殘留喺體內啊，佢有毒素，佢排出嚟臭你哋嘅，佢拜拜走咗，係嘛？我哋唔係即睇我哋又彎曲又重疊，我哋拉出嚟有幾耐？等於我哋脊椎嘅7倍長，彎彎曲曲、重重疊疊喺呢度。咁耐嘅嗰種難以消化嘅肉類累積喺我哋體內，就等於一個有毒嘅一個汽油庫喺度，隨時會喺度引爆，令到我哋咧出個汗好臭。糞便好臭，口氣好臭，因為入面有不停的臭嘢出嚟，就谷到我哋嘅性格會變到好浮躁，所以食唔食素同我哋生活，點解出家人要食素？點解出家人要過？包括道家，包括一啲做官嘅，要過以比較清淡嘅生活，就為咗我哋保持頭腦清醒。頭腦清醒嘅前提就係腸胃乾淨、血液清純。好啦，呢個就係心理構，仲有一個就係心理因素。心理因素，我哋睇下動物被追殺嘅嗰種，冇話邊個動物心甘情願俾我哋食，會係被追殺嘅時候，我哋有冇發過噩夢啊？有一段時間香港好多流浪狗嘅，有冇俾佢試過？有冇俾佢嚇過？尤其97前後、64前後嗰陣時，移民潮嗰陣時候，好你加拿大、美國、澳洲。幫你辦移民手續，
好，你一家四口五口可以嚟幫你吸引，對唔住，你嗰邊只寵物唔可以嚟。結果佢走嗰陣時候，移民嗰陣時候咧，就送曬啲公街都係，因為一定唔識養嘅，咁啊算啦，有佢流浪啊，有佢流浪狗嚇親人。你試過？有係嘛？點樣嚇親法？以前古人話食飽飯飯後百步走，長命九十九係嘛？好啦，有時我哋食飽飯冇事做，落去散下步，行下行下嗰陣時咧，突然間嗰條巷仔入邊飆出一條大黑狗出嚟，我試手下留情㗎嚇，試過一次，連個杯蓋都跳得出去。我剎那間我哋就咁樣樣，真係㗎！我突然間我只貓都嚇過我啦，拎住鎖匙差唔多咩嗰時，突然間喺個房邊度出聲咁樣，我鎖匙都唔知去咗邊。跟住就再找回來，突然間一飆出來，我們剎那間我們那個自我調整，這個自然的一種保護，馬上收縮，所有毛孔都收縮。好了，那些動物呢一旦被你看看，你動物本來悠哉悠哉，但是你看看那隻豬被追捕捉住捆綁塞入個籠掟上汽車運去途上，直至到看著同伴一個一個被宰殺，他的內分泌完全亂了，甚至他當下嚇到大小便失禁，嚇到膽囊破裂、尿囊破裂等等，呢啲滲透到去佢身體上有毒嘅元素，無論係情緒上嘅等等嘅，我哋連皮帶筋帶毛帶骨乜嘢咁樣樣煲湯又好食又好都吸收埋佢，呢啲負能量啊，食埋入去我哋會展現出乜嘢好嘅營養，乜嘢好嘅能量出嚟？你睇下天地長養咁多萬物，吸收陽光。咁好嘅大自然，想養嘅植物，我哋唔去食佢，食埋嗰啲咁冤臭、咁負面嘅嘢，係咪貼錢買零售？好啦，呢個就係心理上嘅因素。有食素嘅，好似可以延年益壽、青春常駐。青春常駐就係我哋而家最關心嘅，頭先叫啊化妝品啊，唔使帶咁多㗎啦。因為坦率講，而家硬靚嘅化妝品不外乎咧。其實化妝品不外乎就兩種來源，一個就是植物，另外一個就是化學元素。化學元素呢，它有很多後遺症，會減漂白你啊、白眼等等啊咁樣樣。植物呢，所有化妝品本身就算植物裏面呢，都不及你自己吃植物。你有沒有見到有些靚女啊，在家裡又好，或者靚太又好呢，切幾片青瓜，切幾片檸檬，唔知你有冇試過啦？跟住播啲音樂，然後就喺度白咗喺度，喺度喺度拆曬嘢啦！有冇試過？成日唔使做嘢，老公做曬，阿媽做曬，有冇試過？冇咩？老咗啦，唔使做啦。見過係嘛？係咯，你有冇見過佢哋白幾片牛肉㗎？貴啲？唔會。即係點啊？植物係可以疏通血液嘅。嗱，我哋睇下所有嘅化妝品，不外乎起到兩個作用，真係有效㗎。一個就係搽咗之後，保護皮膚唔好受過量嘅紫外光同埋有毒嘅空氣侵蝕。第二個咧，往內走，通過毛孔，通過微絲血管滲入去。鎖住水分，保持血管的暢通和個皮膚的光澤，所謂的保濕功能等等。但是我們知道肉類，我們各選手有兩樣東西流出來的血，有兩樣東西，一個就是血紅素，第二行的中間，第二跟著有一個凝固因子。血紅素呢就是紅色的，但是染了污和空氣接觸了就變成黑色。凝固因子本來我哋嘅血液係液體嘅，接觸咗空氣就變為固體嘅。你睇豬紅啊、雞紅啊，係咪一嚿嚿嘅？你倒落個碗度，佢就係個碗嘅形狀；你倒落個杯度，就係杯嘅形狀。冇落咩凝固劑落去喎，佢自己會凝固。好啦，凝固咗之後咧，我哋食入去就容易阻塞我哋嘅，因為結塌塌一嚿嚿嘅就阻塞我哋嘅經絡。我哋嘅血管拉出嚟有幾長？冇話咁粗㗎。全身的血管拉出來，你身上的血管可以繞地球兩圈半那麼長，足有十萬公里，很多是肉眼都看不到的，就等於一片樹葉，它的氣管
可以是呢片樹葉的十倍，如果連接起上嚟，是但一條斷咗，佢就會枯黃嘅。咁粗的血管都會阻塞，更何況我哋肉眼看不到的微絲血管，早就因為我哋食動物的肉類已經塞了。咁要通翻佢點辦呢？你盡量食素，食高酸性的植物，佢會幫我哋洗血管，同埋多一啲食纖維質，譬如剝只橙啊、剝只金啊，你唔好太斯文，將嗰啲白色嗰啲衣剝曬佢，嗰啲先係好嘢嚟嘅，係啦。咁啊疏通咗之後咧，否則嘅話咧，佢入邊都塞咗，你喺出邊點樣塗抹落去？你浸喺 SK2 嘅缸裏邊都冇用啦，嚇、啊！佢入邊根斷咗嘛？好啦，最好嘅延年益壽美容嚇、啊，食素就係最實際嘅環保嚇。而家70%嘅肉類係通過飼養，唔係啊，70%嘅肉類咧係俾動物食嘅。是嚟俾嚟飼養生物用嘅，即換言之，我哋人類呢50-60億人口，需唔需要食咁多呢？如果我哋唔攞去餵養嗰啲動物嘅話咧，非洲唔會有饑民噶啦，全部我哋嘅糧食可以自給自足嘅。但係點解我哋仲不斷咁樣樣要砍伐嗰啲熱帶雨林嚟開成嗰啲農場？尤其南美國家啊，全部都供應俾美國嗰啲咁樣嘅，就係、是、因為而家大量嘅農作物唔係俾人食，有70%嘅農作物係俾動物食，俾呢啲經濟動物食，而我哋又去食佢。簡單嚟講，一磅牛肉，一磅肉類，我哋鋸扒半個鐘頭可以食曬佢啦，差唔多啦。但是他生成一磅肉，他要吃多少磅肉？幾多磅那些大豆啊、穀物呢？要30磅左右，視乎我們落的激素。落激素少的話，要30多磅。30多磅，如果運去非洲給那些剛才畫面那些仁兄吃，他一家五口這樣計算，連續一個月，一家五口不用餓死，最少半個月他都會得到很好的溫飽。你看看這個是不是很殘忍？人家一家五口，我算是半個月的溫飽的糧食，我們半個小時就掠奪了人家。而且來說，你是不是真的要理直氣壯告訴他，我不鋸扒我就生存不了，我人生就沒有樂趣？不是，孤不論人家那種淒涼法，我們不去理他，你是不是真的這樣的需要？實際上的後遺症正正相反，而且你附帶了很多的將來付出的醫療、身心等等的代價。好，你還有浪費一頭牛啊！一生所浪費的水可以浮起一艘驅逐艦。是啊，從它的飼養到清洗，每天幫它洗的糞便啊等等污染的水源啊，那這個7000噸，這個驅逐艦是美國來的，美國的驅逐艦都是7000噸以上的，滿載是8000多噸添嘅。咁好啦，我哋呢個概念唔係幾乜嘢，我哋試一試。你一生人70歲，你大概飲用水嚇，唔計你淋花啊、沖涼嗰啲水，飲咗幾多？飲咗600噸，大飲啲嘅到係630噸左右，係啦，一頭牛嘅1/10嘅啫。好啦，咁啊，海鮮咧？我們今天沒有時間講，最毒的就是海鮮、啊、除了日本現在的那裡污染的海產不可以吃之外，空氣污染、土壤污染、海洋污染，最大的污染就是水源污染，因為佔了地球面積是70%是水，我們去完洗手間一拉一沖，落了下水道，去了地下河又好，去了河面河又好，甚至乎人工渠管又好，都是往大海裡排。你去荃灣、葵涌啊，那些或者內地城市等等的城市，他們工業區裡面日夜排放的那些電導水、漂染水、
黃色、青色、紅色嗰啲水，全部都污染到海洋。咁啊，最大嘅污染咧就係過量嘅重金屬。過量嘅重金屬咧，亦都直接破壞我哋男女嘅生殖系統，令到我哋不育。另外一個咧就係海鮮裏邊咧有肝吸蟲呢種細菌。肝吸蟲係極之毒嘅，生命力極強嘅。譬如一個碟，一隻碟裝過一條魚，或者一隻蝦，或者一個貝殼類染咗肝吸蟲嘅，將佢拎走，淨係隻碟啫，要將佢消毒，要密封20分鐘，而且係120度高温。而家問題嚟啦，我哋而家嘅煮食温度係100度，100度都唔夠嘅，滾水滾咗先90幾度，咁可想而知，仲要密封20分鐘。所以點解我哋嘅肝係三大殺手之一？其實三大殺手全部同食肉有關。好啦，咁我哋肝吸蟲呢個唔講佢啦嚇，呢個醫療費用。所以美國話佢先進，大把人付唔起醫藥費，有大把醫療嘅錯誤嘅政策同埋不當嘅開支。好啦，這個五常之德我們第日才有機會講，因為仁義禮智信。好啦，用一分鐘到來講下去，吃一塊肉會傷到我們的仁義禮智信。那我們仁義禮智信對我們是不是那麼重要呢？我們講的倫常，剛才已經有講的，倫就是五倫嘛，是吧？君臣、夫婦、朋友、父子、這個、長幼等等，這個五倫的基礎實際上呢，將它講細一點就是五常。仁義禮智信，人氣常則妖興啊，係嘛？左轉裏邊頭先有講嘅啦。呢五常唔好話氣，我哋套用佛經嚟講，我哋想改變命運、提升命運，我哋就係將五戒守好佢，係嘛？五戒守好你就得人生，五戒越守得好，你嘅人生就越端莊，命運就越好。嗰、那個叫十善業道。佛家的就是用十善業道，儒家就是用弟子規，這個道家的就是 用那個感應篇，是不是？剛才有講，上週都 有介紹的。好了，為什麼來說這個三教都相通呢？跟我們息息相關呢？我們想命運好的時候，你的生命能量，講白一點就是你的陽氣夠充足，你的正氣夠，那麼正氣夠培養這五常之德，盡這個五輪的本分，就是培養我們的固本培元，培養我們那個生命體的根本。那如果我們食肉實際上就是傷這個五常之德，這個就是佛家的殺道人網手的嘛。好了，你吃一塊肉就是殺，就是不仁，是不是傷了它？本來你充滿著的這個聚寶盤是滿的，你吃一塊肉你就兩隻刀下去，那些寶又流走一點。二，將自己的快樂，其實是不是快樂呢？鋸扒的時候真的那麼快樂呢？建築在那些動物的身上，你是非常之不仁不義的。有沒有吃過馬騮腦啊？將它的頭割出來，然後用個刀柄，或者用個錘坑咁啊敲穿佢，然後撈啲熟豉油咁樣樣，佢就係咁樣掙扎就食佢個腦。真係有㗎，到而家仲有發生添啊！有高檔菜添啊，仲要靜靜雞為我哋老友先請你去嗰啲，政府都取締㗎嘛，靜靜揸架車唔知行到200公里、300公里咁樣去。將啲福報啊節損曬，食喉嚨炸活魚，炸活魚係點炸嘅？啲魚嘅生命力都幾強噶，佢痛感神經同我哋人呢種動物嘅痛感神經係差唔多一樣。啊，燒滾個滾油啦，用個頭用個濕毛巾包住個頭，先咁啊，將個下半身炸熟佢，即刻就放落個碟度撈啲芡汁咁啊拱出去，然後行咗筷子伸出嚟。下半身熟咗啦，食佢嗰時候，佢上半身仲喺度痛到走嚟叫嘅，一路睇下邊個食我，下次食翻嚟食我。啊！仲有食三叫菜有冇聽過？未食過，未聽過添，未聽過。
聽一聽，啊，今晚請你食，係嘛？呢、這個三件菜一個特點，好新鮮㗎，好嘅嚟㗎，介紹俾你都係正嘢嚟㗎，啊，就係咧啱啱出世未曾識行嘅，識行都係大㗎啦，未開眼嘅，白雪雪嘅，好嬌嫩嘅，係時候嘅，教定時候嘅。嗰啲老鼠仔咁樣冒出嚟，然後咧嗰啲客人就嗰啲貴賓嗰啲筷子伸咗去啦。呢個特點就係叫三聲，所以叫三件菜一夾，咁佢就啪咁樣夾出嚟啊！咁啊咁樣食冇乜味啊，就剪啲醋啊，剪點嘅嬌嫩嘅皮膚嗰啲醋一揦。叫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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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好在我命好，而家睇落命唔好。以前睇落覺得命唔好，俾人買甩我唔俾我去，睇我唔起，嬲餐懵嘅添嗰陣時仲要，笑過幾次添啊！而家發覺原來早上有得啊，冇啊嗰啲衰嘢好在冇我份啊，佢以前真係買甩我啊，係嘛？我睇佢睇我唔起，好彩啊！咁啊唔好睇我得啊！禮用死豬、死雞、死鴨嚟拜佛。或者送禮非常之無禮嘅，嚇、啊！唔知道食肉嘅害處，繼續食，跟住自己嘅肚皮埋葬，成為埋葬各種動物屍體嘅墳墓，非常之冇理智嘅，然後整到落因果、周身病。通常食肉嘅人啊，唔好話佢大魚大肉特別奇叫千奇百怪嘅，正常食肉嘅人，我哋而家睇下。大部分的結果都不得善終，肯定周身病，不要說非來橫往。所以各位，我們修行沒什麼的，就好像那位道聖和夫說的，我們走的時候要給我們來的時候的能量要提升一點，那你就往上走了。這個吃一些的、殺一些的、殺道人往走一些的，都損我們的能量，能量損緊的時候就給它轉移出來的，就是精神不穩定，情緒不夠高漲，經常低落，無事常煩惱。我們以後有機會講，好像明天有機會講到的，有關放生的那裡，了凡四訓裡面有一段的、啊、頭腦昏塞、啊、等等、啊、周身酸軟、啊、高酸性嘛，你的身體體質怎會好呢？那毒谷曬在這裡。好了，用盡各種辦法來欺凌那些動物，依靠我哋長處，有似養雞咁啊嚇，裝幾隻大燈籠，咪幾隻大燈泡。咁我去養雞場參觀過，想盡千方百計開燈幾個鐘頭啊，熄燈幾個鐘頭開燈，幾個鐘頭熄燈，因為雞對光冇敏感嘅。哦，開燈咯，天光咯，幾個鐘頭哦，天黑咯咁，幾個鐘頭一日咧等佢當幾日嚟過。等佢催谷佢嘅身體，但佢嘅精神咧，咩無所不用其極。因為我哋古人講嘅叫我哋無所不用其極，係達到我哋嘅道德目標。而家唔係，佢傷害其他，啊真係幾陰功啊！嗱，落激素俾人哋嚟催谷人哋唔算噶啦，仲裝埋幾盞大燈。好啦，咁啊，最後介紹呢、這個。我們學一下不要吃一些動物、啊、我們最後注意是漸進學習的一些步驟、啊、我們播幾分鐘了，忌食即是學一下不要吃跟自己父母和自己生肖相同的、啊、你不要說我吃龍的、哦、幸好沒有龍，我就什麼都可以吃，蛇就是龍咯，小龍咯，譬如你吃兔的你就不要吃，媽媽吃兔的，爸吃兔的，兄弟姊妹屬什麼的你就盡量不要吃，最好你有十二個兄弟姊妹。好了，還有一個就不要吃牛，不要吃蛇，不要吃龜，不要吃牛，這些動物
牛啊，千百年嚟咧，我哋冇牛冇馬冇狗呢啲動物，我哋人類冇辦法生存嘅，真係噶。好多啲狗啊，為我哋看門口，甚至乎咧狼啲嘅狗，尤其係嗰啲鬥牛梗啊，包括一啲藏獒啊嗰啲嘢，真係幫我哋喺將我哋喺虎口救落嚟噶，喺狼口度救落嚟噶，所以佢半野性嘅。因為很多啲老虎咧，我哋以前嗰啲咁嘅生長地方嗰啲惡嘅動物咧，就係靠啲包括牛食少少草，付出好多。我哋點解要咁樣傷害佢咪食佢？非常好嘅朋友嚟嘅，真係㗎。據講嚟到地球咧，我哋人嚟到地球嗰陣時咧，就乜都冇啊，驚啊嘛。好似上帝啊，就同我講啦嚇，耶穌唔係亞當夏娃，我派幾個人啊，喺你嘅伊甸園裏邊，我派啲牛啦、狗啦，牛幫你耕田，馬幫你代步，狗幫你看門口，雞幫你做鬧鐘，羊幫你整啲羊奶飲少少，羊奶咧自己養嘅勉強得大咧，實際上都唔係百分百令我哋吸收嘅，啊，尤其而家羊奶咧全部都係假嘢嚟嘅，包括羊肉啊，啊，我個街邊有羊肉串㗎係嘛？冇啊，嗰啲。你幾百蚊攞去做陰德口講啦？唔係，即係我畫佢有得，我見到我冇買。嚇！嗰啲全部係出桌牌嚟嘅啫。我畫唔得。而家太多嗰啲係完全冇必要。嚇！宋美齡有冇食嗰啲嘢㗎？嚇！而家大部分長壽嗰啲人，好多高僧大德啊，好長壽嘅，有冇食嗰啲咁嘅嘢？完全冇，就係係啦，嗰啲人好呃啊嘛，嚇！要你 sell 俾我，你睇下。我哋頭唔暈嘅話，根本上唔會使啲冤枉錢嘅，啲貼錢賣難受嘅啫。啊！而且我哋修行修到最後點咧？真係如理如法咁樣修行，呢世你唔使睇醫生㗎啦。唔係講笑，醫生嚟睇你啊！真㗎，無論心理醫生、生理醫生都係。因為點解啫？嗰啲係醫你虛學嘅，你身體冇，你心靈冇病，你嘅呢個虛學唔會有病。好啦，咁啊，蛇咧個報復心好重，怨恨心好重。咁我哋學下初十五早齋，朝頭早食齋好簡單嚇，食碗面啦，或者暫時你可以食蛋嘅嚇，啊麥皮啦，食碗粥啦等等嚇。好啦，但我哋唔好咩喎，唔好居心不良喎。呢、这個居心不良咧，好食早齋。既然你話食早齋唔食又唔俾面係嘛？費事你下次問到連早齋都未食，因為最初級嘅就係早齋啫嘛。好啦，一路食，眼就睇住嗰個肉啊！你冇得戚，我到咗中午乜都食翻嚟。唔好勉強。咁修行咧，最緊要嘅就係咧，你合乎自然，完全係心甘情願，好自然了解咗，你做得非常之坦蕩嘅。咁啊，初十五一個月。吃兩天清清腸胃，滿滿口味，非常之好。還有一個方便齋就叫做肉邊菜，就是一碟肉捧出來，你去到海鮮酒樓有人請飲等等，捧出大魚大肉的，它肯定有一些青菜。譬如來說苦瓜炒肉片，你就吃苦瓜，吃肉旁邊的菜，聽清楚是肉邊的菜，你不要聽說菜邊的肉，樣你吃菜捧出來吃菜旁邊的肉，你欺負了少少不要緊，這樣慢慢來吃又不用跟人說話，一會你去了三天聽完那個味道坐回來做怪物，這樣這樣又不吃那樣又不吃，不一定要走到這麼馬上走到這麼這樣的境界，我們就一步步來這樣樣。肉食好多害處，多食就多害處，少食就少害處，唔食當然就冇乜害處。啊，一分耕耘其實係數分收穫嘅。好啦，咁啊，今日向大家報告到呢度咁。非常多謝劉老師同我哋嘅講解嚇，非常之好，多謝。